alas lentamente desplegó y bajó al río azul para beber. ¿Qué? 我翻咗嚟幾日啫，好似咁又我一個尼泊爾之旅咁又有。跟住放生啦，大馬拳山幾靚啊，尼泊爾莊啊，唔係喺尼泊爾買翻嚟噶啦，好靚噶，我哋啲料又靚，好舒服。咁有感想啊？呢次有咩感想啊？好多啊，你又即係你好難一次過講曬，但係即係你約我噏兩句啦，俾佢感覺咧，即係你。 即係時光倒流50年，佢哋即係佢一路過民族都係好似都係咁上下喎，啲冇乜點變化，跟住個時代步伐變化咁樣喎。變咗係咩好咧？由爭卡數又公流會。好變，好明顯。聽到都驚。哦，混亂中有秩序，佢嘅秩序。呢個幾矛盾嘅理論嚟嘅。就係呢樣嘢啦，究竟變好即係唔變好咧？嗱，你唔變咧，我哋而家保持翻，即係我哋去過有啲地方咧，都仲係好樸素原始，甚至你可以感受到森林嗰種原野嗰啲感覺啊，好自然，係好舒服嘅，我空氣都令你就算你即係嗰個路程，我哋都幾有啲都幾趕下啦，但係你去到咧，你唔覺得攰嘅，你會好精神嘅。 因為好太舒服啦，啲空氣實在。咁你會覺得嗰個moment，你會覺得唔變好。但有時你睇到佢哋啲民族咧，好似好混亂啊，啲嘢立立亂亂。呢個涉及我哋嗰個醫學嘅醫術嘅自然療法。而家好多人喺西方都追求翻嗰種自然療法咁樣，即係反翻轉頭，你擺翻個社會睇。 世間有得有失嘅，有得有失。你表面以為話得嘅咧，你係失咗。譬如話你個城市，你係離開咗大自然噶嘛？係啊，係嘛？你大家一陣間，我哋喺節目完之後咧，有一個片段咧，就有啲相片啦，介紹翻嗰啲。 嗰啲資料大家可以睇下，同埋好多人唔明白咧，我哋去出席呢個公主嘅婚禮嘅，因為佢爺咧係黎柏宇嘅首相嚟嘅。嗯。當年黎柏宇暴動嗰時就佢阿爺啱啱係嗰時間做首相。嗯。咁呢啲，我平咗個局面㗎嘛。我哋。 所以你哋第一日去，佢結婚成個香格里拉酒店，爆晒啊！爆晒，但係佢自己地方啊。逢係落後國家啲錢咧，聚埋晒啲皇族啊啲人，等於你菲律賓個個國家都係，幾個家族，譬如菲律賓六個家族控晒財富，輪流出嚟做總統玩，你和人咧全部難行。 你蝕唔到位嘅，咩生意佢都做晒，無論出入口咩，佢好做嘅嗰啲，好做嘅生意佢哋嗰啲人做晒，嗰啲越嚟就越有。以前大陸啲地啊，買咗地啊，而家個社會變咗由升上，所以嗰啲成個黎柏宇嗰啲香格里拉都係佢哋經營，北印度都係。哦，咁我哋另外住另外一間香格里拉都係佢哋。 所以嗰晚你哋去到咪佢請我哋食飯，你我哋唔使找數噶。嗯，佢哋黃家祥，咁又見過啲婚禮荷槍實彈嘅機關槍，係咪啊？好恐怖啊！嚇，好恐怖！正義喎，嚟咁啊多啊嘛，真係荷槍實彈喎，正義喎。啊，會唔會有啲係屬於便衣啊？因為我留意到有啲。 唔係好似賓客嘅喎，但係佢又唔係荷槍實彈。有啦，有啦。咁點解有啲人奇怪？點解印度教搞呢啲婚禮，佢哋搞日21日？
我見到新郎官咧，我就頭赤，頭廿日，要捱足廿日。咁啊，新娘嗰套褂咧就貴啦，唔止一套嘅喎。咪即係淨係嗰日我哋見佢著嗰套咧，我早晚都已經。佢兩年前要喺印度訂啊，印度嚟嗰，佢手工慢慢刺繡喺印度做，嗰邊嘅嫁女係好隆重。而家世界上好多男人突然間發達咧，就係娶老婆發達，就喺印度嫁妝嘛。係啊，我不嫁妝好金嘅。早兩個月有一單結婚咧，就花咗報紙新聞都賣啊。嗯，花咗錢億美金，億幾美金，億幾美金，即係八億八千萬港紙，都算誇張。嫁女，嫁女咧，係啊，佢哋嫁女係好大件事嘅。係啊。佢係女方出錢喎。佢點樣咧？即係等於我哋嗰啲華人嘅結婚娶老婆，你可以一生人咧兩次使錢，冇人詐型啊！你娶老婆擺一千咪好得㗎，如果有地方嘅話。而家中國都擺幾日㗎，鄉下擺嚟擺去，擺嚟擺去，嗰邊擺，冇人詐型㗎。你大牌現場冇人買嘅，因為你一生人一次嘛。我到個人臨死嗰次咧，又可以使錢，又冇人詐型。風光大狀，冇人責任噶。嗯，借一借得。唔係你有錢，你亂咁使咧，都冇人責任嘅。平時又話你浪費啦，係咪？係啊。但係兩次人生大事咧，一個結婚，一個死，咁咧你亂使錢冇人責任。但係你結婚自己睇到嘛，死嘅風光大狀你睇唔到嘛。再生嗰啲睇到。佢再生睇到咯。你自己睇唔到嘛？你點睇自己個葬禮咧？真的未死，唯一在歷史上得幾個人咧係未死就辦喪事。雲州，雲州嗰個係權龍個細佬啦，個仔嗰個細佬係啊，權龍細佬，細佬我記錯，佢就要嚟玩嘢啦，成日大出喪，拎拎查查啊，擺曬棺材喺度。在民國時都講過一次，有我唔記得咩名啊！佢又試下即係話，佢連啲朋友唔知道，突然間發個符文話死咗啦，就睇下邊啲老友嚟送咩白金，妖咧咁樣拎把秤出嚟稱一稱啊！即係生前啲老友啊，睇我死後咧有冇嚟祭啊！就搞一次啲咁嘅衰嘢，睇下幾多飛，睇下幾多飛。你又搞到冇嘢玩，沒玩到冇嘢好玩喎！喂，第二次出，第二次真係瓜到襯咯，會唔會有人唔想當？第二次就冇人嚟。係咯，落來了喎。係啊，佢突然間整一次，話驚咗啦，咁啊出曬符文嗰啲屋企人，嚇唔係喎？前咧仲同佢打緊麻雀嘅喎，你係咪突然間驚咗咧？咁啊，原來佢係想 check 下啲人究竟有咩交情啊？究竟？啲清兄道弟嗰啲好，呢招得過呢招。得。不過會俾人唔知係咪真係靈堂喺度喊嗰個，後屘著數啲啦。哦，嗰陣有職業喊手嘅，你唔使擔心。唔使請職業喊手嘅，佢咁有江湖地位嘅人。有專業哭喪嘅。但係印度佢印度教嘅國家，佢搞二十一日咧，以前一樣咁長嘅。通常他們是搞幾天一個星期的，但我這次呢就搞二十一天，變成在黎柏宇當地的傳媒呢就說這個是世紀的昏迷。嗯，但有一種很內涵的意思，我因為我很留心他們的祭司那個婆羅門，他們做那套結婚的儀軌的時候，哇那麼厚，他唸了很少而已，之後做那套念咗少啊！念咗少，做咗五分一。佢咪仲攰過習近平？做咗五分一。佢係睇住嗰本經儀軌嚟種嘅，即係好多祭品啊，邊啲溝邊啲啊，邊啲花啊放喺邊度啊，啲米啊、水啊、水果啊、蕉啊，係有曬次序，鬥邊度鬥邊度，叫我身係好煩。但係我係跟住個儀軌嚟做。但有一樣背後咧就警覺性幾強嘅，佢呢個儀式咧就話，令到你嘅新郎哥同個女人
嗰個老婆咧，經過一個咁長嘅儀軌嚟做咧，咁熱鬧咧，俾我將佢提升咗好神圣同埋好尊重。點？即係大家對嗰段婚姻咧係經過，即係唔係話求其拍阿爸咁就話結婚啦？即係有個咁多親友見證咁隆重，又有個神喺度做證明，有一種約束力。所以我們的離婚率是很低很低很低，等於我們以前都是三跪九叩啊，三輸六禮啊，搞一大人渣，你一離婚就變成家醜了，大家都要遵守那個制度，我相信這個隱蔽的意思很大，等你尊重那段婚姻，但值得的，大家去看看那個但就有一些遺憾咧，就話一陣間有個同行的醫生阿鄧醫生咧，就寫一些感想，大家一陣一我哋節目完咗鋪出嚟俾大家睇下。我哋即係阿督頻，你就去睇儀式啊！我就喺個市區島嗰度參觀嘅。咁我即係帶咗我哋去好多啲佢哋嘅佛教廟又有去啦，佢哋啲婆羅門嘅廟亦都有去。我覺得佢哋啲人啲精力好似花曬去做呢啲廟啊、神像啊，做得好靚、好精細，但係都好似啲精力花曬喺上高咁樣。嗰啲好舊㗎啦，係啊，唔係新嘅，唔係新，新嘅冇咁好啊，係啊。但以前啲人有啲心力好似放曬喺呢啲神廟啊，冇第二樣嘢做啊嘛，時間有啊嘛。咁你尤其你起嗰廟係皇家起嘅多，就有啲大施主俾錢啊，即係一個工作嚟嘅。佢俾你錢咁，你咪好有心機挑得靚咯。係嘛？嗰個顧客要求啊嘛。啊，同埋好得意喎！阿多塔，你特登叫我哋去學下呢個性教育喎。我嗰啲印度廟，係啊，係啊，佢嗰啲係公開黑喺度喎。佢黑喺度，即係個社會。我哋喺民國，就算我哋喺而家好多人咧，唔知男女婚姻好多陌生嘅咧，就話連洞房都唔識噶嘛。點為之識先？唔識啊，男人都唔識啊。最近呢幾年我哋睇個新聞咧，台灣都有話唔識啊，唔知啊。咁啲細路仔話以為石頭爆出嚟，佢禁忌唔講嘛。所以以前我哋中國咧，就喺個嫁妝度咧，就有啲春宮圖啊，有啲春宮嘅首飾啊，雕刻喺度啊，俾你即係看圖識字啊。有啲實際上嘅，佢冇。但係咧，印度咧就唔係印度，佢有兩種，一種外經。印度廟嗰同外經嘅含義就唔同嘅，嗰、那個比較深奧。印度廟嗰種嘅男女雙生的挑索呢，就話那個陰陽合一，男女是沒有分別的，是個假象來的，是宇宙那個神呢要來創造生命給你延續下去的，那個呢很神聖。但那本外經就不是，外經呢就說你作為做老公或者做妻子，你有責任咧，令到個老公開心；老公咧亦都有責任咧，令到個老婆開心。咁你透過你嗰、那個夫妻嘅關係咧，點樣做得好，係一種教育嚟，係一種性教育嚟。我已經都成二千年，法國佬法國人最早譯咗出嚟喺200多年前。法國人譯咗《外經》出嚟之後咧，到100多年後咧，就再由英國一個爵士咧再翻譯，就變咗而家世間流傳嘅《卡瑪蘇查》嗰套版本，係教你夫妻之道點樣相處啊！中國古代都有《素女經》喎，但《素女經》就留於有啲道家嘅房中術啦，古靈精怪啦，冇佢哋咁冇咁純正，冇咁純正。他們的觀念很正確，但他們古即證明我們古代其實都不是那麼豐富，都有一樣有教有有有，但你但是在到明清宋明之後呢，就很多鬼鬼祟祟，只可做不可說。是啊，我很有趣，我們去看神廟呢，連那些神獸都添了性器官出來
我如果日本都有人拜聖器官，佢唔係拜聖器官，係嗰啲雕像，嗰啲神獸嗰雕像都雕壞嘅。你中國嗰啲人唔會雕壞嗰嗰個。佢係嗱呢度咧就有一個舉例啦。我哋中國缺乏咩咧？好多大部分國家咧都有裸體嘅神像嘅。嗯。中國冇。冇。啊！中國冇。個個都要著實衫嘅。中國冇。好可惜噶，但唐代已經好開放噶啦，所以佢因為唐代嗰時係好多外族嚟統治中國噶嘛，係啊，你唔係漢，唔係純漢人，唔係純漢人統治個國家嘛，李世民都唔係漢人，冇錯，係啊，李世民係鮮卑族嚟㗎，鮮卑啊，胡化嘅，唔係係胡人漢化。應該唔好，所以佢哋要認親認戚，認老子係。你睇翻唐代嗰啲嗰啲圖像咧，白啲女人咧已經淡肩露臂噶啦，所以嗰時佢接受到武則天做皇帝啊，好開放。呢次啊，啲同學跟埋去咧，有多都好多得著，得著嘅，即係你知道唔同嘅社會嘅文化同埋生活。同埋環境咧，就最重要，我哋好難比較。嗯，世間係相對世界，你有呢樣咧就冇呢樣，有呢樣咧就冇呢樣。事實。到文藝復興之後咧，歐洲人啲貴族咧就叻啦，聰明啦，佢要攞兩樣，啲貴族。貴族，貴族，有身份的人，所以傳咗嚟俾蒙古，由蒙古大帝國入咗歐洲之後，又學咗啲風俗咧，後屘傳到俾清朝嗰陣時咧，嗰啲八旗子弟咧就唔做嘢啦，貴族啊嘛，貝勒王子啊嘛，扮雀啊，咁啊最中意咧就係開嗰當鋪。大家睇雍正王朝，咪好多個王子都話有當鋪噶嘛，係嘛？放貴利就係啲皇室人做啊，收租啲田地收租，咁喺歐洲傳過嚟，所以歐洲好多莊園嘅，佢又將佢個階級一變，我哋係貴族身份，係唔應該做嘢。咁啊唔做嘢點何來生計？但佢哋做生意，但生意自己唔俾人管理。所以嗰時我哋，你法國東印度公司啊，英國東印度公司啊，管曬成個印度。東印度公司聞名啊，怡和纏身。係啊。行萬全路咧，嗰啲貴族皇族啲人 hold 些下噶嘛。佢請曬外人做嘅，所以香港邊你都冇老闆噶。你唔好話俾你聽啲生意得唔得？唔想聽啊！真事嚟噶，你個朋友坐埋喺個階層咧，你講咩誒？有咩搞啊？哇！呢條友啊要掃走噶啦，點解要搞嘢啫？你哋睇呢個咩《唐頓山莊》啊？嗰套劇集你睇啊？嗰個咩？嗰個笨主個媽媽話佢識個男朋友，哦，佢要工作誒。我仲要翻工先嚇，要做嘢嘅咩咁？律師嚟嘅佢男朋友，大學同學做律師嚇，要點解要做嘢啊？咁即係話屌你冇理由識啲要做嘢嘅人，你識唔識啊？有失身份。但佢哋有一個好傳統嘅觀念嘅，佢係我係貴族，佢係唔應該同你啲人一齊工作嘅。所以佢俾咗錢開間公司。英女王都係噶，你每年向我一個財政報告睇下就算，又唔問你蝕賺，佢信得過你。如果佢哋咧就設計好多個大嘅莊園咧，唔係要嚟演嘢嘅喎，唔係嘅喎，用幾百工人，一千幾百個，佢係要嚟扶貧嘅喎，等啲人有嘢做，同埋人工唔刻薄你。令到你嗰啲仔女嗰啲咧，個個都有教育、公書教學嘅，佢維持嗰啲皇族嗰啲人，因為佢嗰啲郡主啊，又俾個莊園你啊，你嗰度又可以養人啊，
又俾地方你收租咁。所以，但係一個社會嘅結構穩定。嗰啲工人咧做到退休噶嘛，以前係啊，冇話同埋佢喺啲皇室度工作行出嚟咧，喺嗰條村度咧就好威噶嘛。威嚇，梗係威啦。咩事啊？即係以前當份差仔都威噶嘛。係啊。係嘛？即係喺幾十年前嚇。我知炮個威啦。唔係你佢當份差仔，或者做個打份政府工都金飯碗噶嘛。係啊，鐵飯碗。攞歷史唔同，好難比較。咁而家佢哋啲國家咧都受到時代嘅衝擊嘅，時代衝擊，特別手機添，衝擊得好犀利。呢樣冇辦法啦，無可抵擋嘅呢樣嘢，手機。今日有咩新聞？啊，今日今日最新金仔今日見面喎，好似出咗雞喎。係咯，玩嘢喎。誒唔會掂噶。你點簽得嘢啫？你都未問過普京大佬。哦，俾咗啲飛彈你射噶嘛？唔係你唔可以，你要簽乜嘢噶，大佬？你要傾見面啫嘛，冇叫一簽嘢噶嘛。佢未協調好，仲話未食飯就已經走啦喎，金仔好威喎，咁有性格。有坐喺黃州，佢呢啲。一盤劈就好惡噶啦，直頭唔理咩事啊！阿針針喎，就算以前你七十年代鄧小平當揸莊嗰陣時，起兵打你安攬就打啦，邊度講咁多嘢啫？係咪啊？中越戰爭係咪先？嗯。毛澤東時代話幫你北朝鮮志願軍打就打啦，邊度講咁多嘢啫？而家唔同嘛，而家一樣貓字講。石身，個個有兩個錢，係嘛？點打？打得打更啊！打唔打得唔知道，但多數唔得噶啦。因為嗰日我講咗咧，就話叫阿習近平，我唔係自己中國人咧，睇唔起自己人。我哋九千萬個黨員，你落個命令試下，唔好講大話，叫啲人閉氣兩分鐘，得唔得？好啦，跟住單腳企喺度三分鐘，眯埋眼。你問啲黨員九千萬，你數出嚟有幾多個？你話一百個都冇啊！十個都冇係嘛？單腳企喺度三分鐘，即係閉目啊，閉氣兩分鐘。呢個就試你個體能啊嘛！咁你嗰啲友成日飲酒應酬，搞小三，腳都軟啦，係咪啊？乜都軟啦，包括你解放軍在內啊！你啲黨員幹部，所以我哋睇見國家咧就好惆悵。你個人才，你個黨校唔知搞乜春，見到女色又控制唔到，見到杯酒又控制唔到。咁你點樣可以俾權力佢喺個地方做一把手咧？實死啊，實出事噶！你即係你都冇個抗體功能，所以共產黨第一就完善黨內呢個修為好緊要。你揾萬把揾萬把口噏，又唔準罵，又唔準罵，又講唔得，講唔得，冇卵用嘅。即係話而家咧有咩出事咧，全部你啲幹部負責。屌你啊，石先生，你唔可以咁講噶啦。負條毛咩？佢何德何能負責到先得㗎？你冇方法俾佢咩經濟？即係話你解決唔到啲經濟問題咧，個撚佢負責。屌你啲攞嚟講啊，習近平唔講得啲嘢㗎，你引人笑啊！你自己都負責唔到啊嘛，冇計啊嘛而家。嗯。係咪啊？因為整穿咁多窿，係嘛？搞個一帶一路又話產能過剩，拎出去表面啊以為 O K， 但你唔知道下邊啲人貪污腐敗啊嘛，走資啊嘛，只一帶一路，連肥仔平啲咁撚無名小卒都搲到啲嘅，搞個帶一路噏啫，係咪啊？都撞板啦，咁你其他啲又撲唔撲街，係嘛？
唔搞得嗰啲嘅，我哋國家中而家個世界好簡單，一個國家咧兩樣嘢行先嘅，生老病死。而家啲香港撲街噶，病唔掂，又唔係咩國際大都會咩富庶嘅社會，病唔掂啦，吹曬雞啦，死咗咧無葬身之地。你唔好話講你中國，你香港，你嗰個咁嘅林鄭企鵝妖鵝嘅區長，你搞撚掂個免費醫療、免費教育，而家教育都要俾錢噶嘛，係嘛？免費教育、免費醫療已經好撚多人讚賞啊！如果你習近平你搞咗中國人免費醫療啊，千古一帝啊！屌你咪講笑啊！唔使講做第二樣嘢啦，你搞緊嚟中國全民免費醫療嘅，英國免費喎，俄羅斯免費喎，點解中國唔得？我哋蒙古啊收一蚊美金，但用西人嚟，你外人嚟到咧都收一蚊美金嘅啫，住院。哇，咁正！外蒙啊，俄羅斯你個人喺入邊病咧唔使錢添，做緊俘虜。外國人咧？外國人都唔使錢。係啊。你上網 search 啊，唔係講笑噶。總之你有病咧，你喺俄羅斯病入院，屌咧唔使借錢，同你醫埋第二樣嘢。呢啲咪叫大氣啊嘛！即係你嚟到我國家咧，係個人客嚟嘅，你明唔明？人哋個觀念就咁樣啊。你喺蒙古係噶，你話有咩事住院？過幾兩個月休養咧，一蚊美金一日頂籠。包曬醫藥費，包曬食宿，嚇、啊！所以你哋唔使驚噶。如果去唔到大灣區咧，你又屌你咪真蒙古踎喺醫院度咧，你都唔死得，扮病都得啦。係去俄羅斯仲安樂睇醫生，唔使錢，唔理你乜撚嘢病，總之喺度一暈低咧入院咧就同你搞緊掂。佢嗰個風俗問題。因為俄羅斯同蒙古差唔多一家人噶嘛，啲血統。佢由呢個伊凡一世最早嘅莫斯科大公國得五萬平方公里啊嘛，佢就係因為有蒙古入侵，佢先學咗蒙古嗰種性格、個作風，先改變咗你個觀念咧，要擴張。咁啊，由五萬平方公里咧，搞到而家成二千萬平方公里咁，最多時二千二百萬，而家一千七百幾萬平方公里啊！俄羅斯嘅佢哋好撚得人驚，係咪？佢就係、是、佢一剝塊衫落嚟，佢就係蒙古人嚟嘅。俄羅斯蒙古人本身亦都係俄羅斯人，撈亂曬啦。由伊凡一世開始將個公國路擴張。就攞咗蒙古人呢個特性啊！咁點解蒙古人而家一路擴張咧？佢遊牧民族，呢個山頭呢個部落食唔曬啲草，又等收噶嘛，佢咪要去第二個山頭咯？焗住要擴張嘅喎，一路一路食過去咯，一路一路食過去，佢一定要擴張啦。喂。唔得閒啊！我做緊節目啊，係所以嗰歷史咧係好難話去而家同以前嘅人比較。咁你今日正話睇到金仔吹雞，我哋一早知道係正常。佢而家傾完到邊度，冇理由咁容易妥協嘅。如果而家妥協咧，就大家唔好玩嘅喎。唔好玩？玩啲咩啊？咁啊，變咗收工嘅咯喎。冇理由咁老襯喎，你而家玩到好多鋪喎。嗱，嗰啲鋪咧就玩到咩？大家其實好冷靜睇。喺近代歷史上咧。北朝鮮同美國世仇嚟噶嘛？係啊。
越南就世仇嚟噶，一不如政府啊，係咪啊？唔係講笑啊，七十年代先話和平啫嘛。乜而家唔係喎？美國老踎喺越南 call 埋北朝鮮嚟杯酒言歡喎、啊，釋兵權喎、啊。想。但越南佬係歡迎佢去噶。係咪先？你呢個畫面，但我睇啲傳媒冇講呢啲嘢嘅，你講乜撚嘢寫新聞？其實一段歷史係好撚古吊鬼嘅喎。嗰只係殺父仇嚟噶嘛，血海深仇噶嘛，美國不如啱啱啊，北朝鮮都係噶，你打南北韓戰爭係咪先？嗯。喂，但而家唔係喎，呢三隻嘢埋好堆喎，喺度講講吹水喎。好啊，呢個畫面咧，如果你蘇聯或者中國共產黨，你要諗嘅，即係話人哋美國咧可以轉到身嘅，越南金仔都轉到身。屌你共產黨成日喺度喊打喊殺，又打又打嗰、那個打嗰、那個，又排行拒人，啊又要嚼台灣，講乜撚嘢你班幹部？睇到嘅喎，即係大家都有個共識，即係而家啲世界咧唔打仗嘅，打仗大家傷嘅，因為啲火力唔同啊嘛，啱唔啱啊？核彈輕彈。火力不同啊！啲火力係咪先？所以大家都有呢個共識嘅，所以就好少話逐。所以而家今晚我哋嘅主題咧就話，呢種嘅鬥爭思維咧就嚟自呢個馬列主義嘅鬥爭理學哲學，馬克思嘅哲學。所以今晚主題咧，就知因為我哋睇到啲新聞咧，就習先生咧佢哋喺內部改緊一啲。搞一啲叫新馬克思嘅理論，新啊，佢又唔調得呢個祖宗呢本嘢，即係驚住入邊嗰啲頑固嘅黨員咧，話你數典忘祖，仲未死曬咩？好撚大鑊，梗未死啦，咪求其李鋭都成一百歲啦，跟毛澤東個秘書啊，啱啱話先，啱啱早兩日死啫嘛，仲有一紮未死噶嘛，所以但係習先生已經開始咧去醖釀佢咧。就要重整嗰個馬斯，呢個係絕對要支持嘅。你又點解咧？你調撚咗本馬斯咧，佢又唔敢，冇人敢提出。咪調撚咗之後，咪冇撚咗共產黨。佢呢度咧過唔到關嘅，佢轉唔到身㗎，唔識轉彎，托塵唔識轉薄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唯有就話支持佢完善呢個馬斯思想治國。咁你馬斯嗰個年代同而家？呢、這個地球村喎、啊，係嘛？嗰啲交通啊、資訊啊，屌你乜都完全，你嗰套嘢係唔用得噶嘛？咁咧，佢而家就拿啲馬列主義思維嚟接收個香港嚟睇嚟管啊班人，仲有扎咁嘅阻墮，所以鄧小平係好聰明，防右咧更加要防左，就驚住呢啲馬列奴嘅精神咧作怪。因為作怪啦，係啊，喐下就搞鬥爭，你唔撚鬥爭咧，佢製造鬥爭，製造鬥爭咧，佢原來先當你敵人咧，消滅你啊嘛，即係你喺度喔一聲都唔得嘅，都要砌你山豬肉，就係咁啦。咁咧，我就話俾你，中國領導人你要睇睇個畫面，北朝鮮、越南同美國都係坐低。相見歡嘅，咁你美國同中國有咩仇怨先？冇啊！最得幫我哋中國手就係美國，唔係講笑啊！即係我又唔撚中意美國佬嘅，佢係霸權主義嘅，好撚牙撚炸嘅美國佬，牙手牙腳。但佢係真材實料，開牙斬啊，唔係扮牙炸喎。你睇二戰咪睇到，係咪啊？人哋係真材實料供應，佢係世界強國，一第一把手強國，唔係流嘅喎。係啊，唔係話扮鬼嚇人嗰只喎，佢真係有籌碼喎。佢噏啫，你嗰啲銀紙啊貶值好升好都係佢噏嘅，你入邊個國家唔肯大咗你？係啊，喐曬你，全世界喐你噶嘛。嗯。所以呢個係現實嚟嘅，咁你共產黨啲低 B 幹部咧，
就係擘撚大對眼，用阿鄧小平嘅理論，堅持實事求是，就唔好扮鬼扮馬，古靈精怪，講籌碼啊嘛，世界啱唔啱啊？但朝鮮金仔係好成熟，成熟好成熟。佢事前咧冇跡象話佢突然間走得啊，但其實佢心中有數。佢走咗冇壞噶，佢又唔使咪收工咯。講完啦，唔啱嘅咁啊，再講過啦。但始終都會有一個好嘅收場啊！我睇。不過要繼續玩下嘢先啊！俄羅斯有一個妥協嘅，我成日都提到。俄羅斯有一個妥協嘅。俄羅斯有一個妥協。俄羅斯有一個妥協。佢個高人喺後邊。有高人喺後邊。因為佢對佢自己。有高人喺度。好啦，呢頭還好，未講完咧。咁啊，北朝鮮啊，和和地啦，越南任和啫。但係印度、巴基斯坦就打啦。印巴出嚟啦，你又啖啖一鑊，呢個真係諗唔到啊！想開始好耐啦，唔應該係咁樣嘅。唔應該又係好像係好打得耐。佢哋有直線電話㗎，有咩事咧？佢哋可以撳住嘅。因為呢啲國家咧係有人玩嘢咧，你就好危險嘅。有嗰啲武裝組織都唔知邊個武裝組織，揦架自殺汽車炸死咗幾廿個印度軍警啊！咁佢咪話你巴基斯坦包庇嗰啲兇徒咯？呢啲係真係審死官噶，等於以前日本從來冇野心話。九一八事變啊，打中國乜乜乜乜，就冇呢個計劃嘅。你睇一睇歷史，即係有人就話咧，係俄羅斯暗殺咗一個日本嘅高級嘅官員，好高級嘅啊！嗰個叫乜嘢名啊？先引起日本仔咧起兵，咁啊，然後變咗就唔使日本德國元首。嚟打俄羅斯，所以好撚毒噶。周時呢啲咁嘅政治咧，就真係審死官。有人想搞嘢，咁你咪但呢啲搞咧就好撚麻煩。佢兩個都有核彈，世界好危險。尤其是啊，叉手上添，屌你下唔覺意啊！叉咁嚟，係啊。搵大鑊，搵大鑊，所以佢一出事咧，莫斯科即刻辦公室啊，普京辦公室啊，即刻出電報啊，叫兩個國家係啊，我貼鋪咗出去咯，即刻叫兩個國家，你哋全部冷靜，唔好喐啊！俄羅斯即刻出聲啊，佢哋啲好敏感啊，即係我哋睇到點啊，係咪有人搞嘢？好快啊！即刻出電，出通電，向全世界宣布：喂，你兩個國家唔好喐，慢慢都要冷靜處理咁。即刻講話，有冇俾人擺上台？係啊，驚呢啲㗎，因為俄羅斯驚呢啲㗎，俄羅斯驚呢啲。第二個問題，咁啊，講開印度啦，點解印度唔係咁仇恨俾英國佬統治咧？統治咗咁耐。印度幾時有仇恨英國啫？係咯，如果佢離開咗，到而家印度好撚懷念英國人噶嘛？因為英國人好聰明啊嘛，佢由頭唔係用英國政府嚟同你做殖民地統治你啊嘛，佢用個商團嚟啫嘛，東印度公司
之下咧有一個特別嘅單位，就委任咗佢咧就做你印度駐印度嘅總督啊嘛。咁啊，當年印度有成六七八個嘅國仔噶嘛，因為佢冇仇恨咧，佢點樣講啊？因為印度不嬲都係俾外人族統治嘅，未試過統一嘅國家。一路分咗好多邦國。係啊，都話七八個啦，英國人臨離開都仲有七八個小國啦。好撚複雜，東南西北中印度都唔同話。文字都千幾幾種，語言千幾種，而家張銀紙十六種，頭啦，文字啊，張銀紙十六種，屌你啊，方言千幾種，隔離街唔撚同佢講話，佢因為佢個歷史從來冇統一過，從來都俾外族統一嘅，有突厥人啦，有蒙古人啦，有匈奴啦，有法國佬啦，有葡萄牙佬啦，有英國啦，即係。即係你莫阿爾王朝最耐，蒙古人統治佢嗰度二百幾年，但莫阿爾王朝都唔係全個印度統一喎，佢係統治咗北部同中部大半啫喎。南部咧？南部你好難，南部泰米爾嘅勢力。好啦，咁你，但係你當年印度人都俾你都係外人統治我啊嘛，你英國人趕走咗蒙古佬，蒙古佬英國人統治你又係外人咯，所以佢冇撚分別，都唔係自己人。哦，由頭到尾佢冇自己人大，好似秦始皇統七國呢段歷史啊嘛，統一個啊嘛，冇嘅，散收收，一個地區一個地方小皇帝。但英國人去到好聰明噶嘛，所以個個歡迎佢去啊。佢唔使打仗啊嘛，呢個國家唔使爭地盤打仗，全部大佬睇場。是全部不要動，所以印度有二百多年穩定的被外國人統治，是二百年的。但英國人擺下很多東西，只是起鐵路起二萬公里，你在火車站給你，你在旁邊維多利亞火車站打車一百萬零一夜的話，多雲偉鋪二萬公里的鐵路，農業呢機械呢在印度做的老爺那些冶金的技術不矮的，很漂亮的，是啊，印度那些打金技術，還有他那個做那些古老汽車的內燃機啊，那些摩打啊，那些發電機啊，很實正的，他螺絲多幾粒的，英國留下的，英國留下的，帶來很多給他，但最重要他們帶來了給他那個語言啊，英文通的，因為他現在印度在國際上周圍都 OK 的，是吧？所以他們是很懷舊英國的。他離開印度的時候，邦王呢個個滴眼淚，因為他交回給你印度獨立，還頭痕，即是呢就沒有了王朝了，又散了，沒有了七八個王朝，沒有了，就剩下十幾個幫主，十三個幫主，而家都仲有嘅個幫主啊，但佢冇曬權力噶啦，有種尊榮喺度嘅，即係個貴族依然存在，存在，但係就冇勢力啦，乜嘢都冇。所以印度人佢唔感覺話佢係外人入侵佢嘅，佢覺得你係入嚟幫佢嘅。是啊，你幫我們起鐵路，幫我成咁啊，同埋英國人喺咁多殖民地，佢哋都能夠受人歡迎咧。最重要一樣嘢，佢揾你好多老襯，就喺香港佢都揾好多錢啦。當然啦，但冇人出事咧，就話佢哋有一個制度好好嘅，佢設計好多啲買板制度。俾機會。你當地人邊個有能力咧？佢揾你幫手，你係負責一份嘢，你同佢吸水，吸完水收完錢咧，你納税，你成立啲公司，佢係你做代理人，你明唔明啊？啲貨物都經理公司嘅喎，佢哋好奇怪，啱唔啱啊？俾你賺錢，俾你賺錢，我都唔係咁俾㗎。係啊，
即係有個量度喺度，但佢又唔會出事喎。你嘅行賄理性係我唔知㗎，但係總之我收你貨就算數啦。你而家點樣剝削人賺幾多？點樣回購？點樣使錢搞掂我啲官員咧？我又唔知嘅。即係香港以前嘅流黃法嗰啲咁嗱，可以揾啲法仔幫手，你搞掂曬你啲鄉親父老，我就嚟收啲福地啦。有咁嘅計劃，你收到咁上，話俾我聽，我就嚟出現報收你。咁啊，法仔梗係死人都整多幾幅自己啦。咁啊，幾時都係啦。係嘛？所以佢製造你富貴嘅。初過去前，我跟英國佬揾食咧，發達嘅。又做紳士，又做爵士，啱啱先？係咪聰明啊？又有銀紙，又你又納税喎、啊，面子。你納佢一定叫你搞到你納埋税咧，佢變咗佢冇涉及貪污噶嘛？嗰啲係合法嘅，係咪啊？唔俾你其他人講佢。而家就唔係咁啊！而家啲人搞一條龍啊嘛，就算中國出出邊搞一帶一路啊，一條龍貪污啊嘛，冇代理商啊嘛，咁咪撲撚咗街咯。所以行賄完之後，叫緊咗人簽完合同啊，開工啦，咁下邊啲人反對啊，咁咪又唔撚使還錢咯。咁你中國嗰班低降咧就望佢反對劈炮喎，咁攞撚完錢走咗算撚數，國家唔見錢啫嘛。唔關我事。咪即係等於搞到無撚端端借幾百億美金俾委內瑞拉咯，俾你大貓有啊都唔撚會借啦。唔係。南美洲，咁你有冇你外交部點樣評估啊？你王毅大媽？咁佢哋評估有冇水袋落袋嘛？就係有，係咯，所以咪借咯，係咯。有佢望你爛尾噶，爛尾啊收工啦嘛。嗯，冇得追究。等於而家你香港啲工程都係噶，喂咁撚巧嘅，唔撚上鎖幾耐嘅，特登唔撚上噶嘛，完撚咗工啦，然後放聲嘅出嚟話俾聽邊一度有事邊度有事咁嚟噶。咁你從唔從見啦？而家大撚鑊啦！我哋一早講撚咗噶嘛，我哋嗰個港珠澳大橋一定出事噶啦！而家咪話撚咗陷路啊，陷個地陷咯，地陷會死人噶嘛條隧道？人工島啊！人工島啊！地陷佢本身都漂移啦。咁你地陷咪會死人啦？唔係咯，佢突撚登噶，唔係點你噶，係有計劃嘅預謀嚟噶。冇咁高深啊！有屌你咩？一次咧買大陸佬嗰啲公司落嚟，乜撚嘢死屎計都有啦。咁串？唔係啊，而家佢好啲咯，話俾你聽，咪喂嗰啲係罐頭磚嚟啫，咁你咪整咯。以前咪佢真係冧撚咗先噶嘛，喺大陸。而家進步咗啦，話翻俾你聽，唔使死人，係啊。成日冧嘅啲橋。係啊，而家佢話翻俾你聽，我係偷工減料嘅，你而家知啊嘛。但係而家大陸就唔係咁啊，佢冧撚完你先知啊嘛，就胡揸工程。喺佢聰明咗啦，有啲良心啦，整撚完就話俾你聽啦。喂，屌你，唔撚夠料啊！呢種叫做良心，要讚佢有進步咯。有進步噶，喺香港已經唔係玩到像你，你大家睇大陸啲成日冧噶嘛。突然間砰一聲，兩跌撚曬落連埋車，係咪啊？而家有良心噶啦，整撚完之後話翻俾你聽，唔足唔夠稱噶，你哋整唔整啦？講，即係等於嗰啲。高鐵工程啊，我係港鐵工程嚟噶，話翻俾聽啊，係佢哋喺私底下泄漏出嚟啦，俾唔夠稱啊，揾人俾啲傳媒去俾料咯，有良心噶啦，即係你就揾你錢啫，唔緊要你死人，唔要命我，係咪進步咗先？要命，即係要擺翻兩位啊！係啊，好撚惆悵噶個世界，係咪啊？真冇人啊！咁而家你我哋話成日都講啦，你成日話喺度吹水講個大灣區，邊使講咁多嘢咧？你個人大政協、工聯會、民建聯嗰啲成員、嗰啲會員，首先帶頭翻去大灣區居住，同埋你嗰啲新移民落嚟嘅又翻去居住，所以個方法仲快喎。你咁撚多惠州啊、珠海咁撚多鬼城，你屋幾啊萬一間而家冇人買嘅，咪你政府買撚曬佢啊！總之你以前新移民落嚟嗰啲上，你一上公屋咧，你話家庭團聚，唔知你兩個人走去團聚喎，俾嗰間屋你，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俾埋通行證咧，係啊，隨便落嚟，但住喺嗰度住。咪而家你可以數翻以前舊嗰批嘅排緊隊輪公屋嗰啲新移民。
你好啦，我自己起喎，而家話起一間公屋成百幾萬喎，你就喺惠州區嗰啲點買啊幾廿萬啫喎，三幾十萬，仲有錢慳撚飯添，即刻現成有啦，成個鬼城買撚曬。嗱，你新移民或者六十五歲以上嘅，成日排隊嗰屋嗰啲，就俾你翻去，即刻有間屋俾你喺嗰度住，每個月打保俾你户口養老，佢夠使啊！如果你三千幾蚊喺大陸嚟講就夠用㗎啦，一個人。你香港就唔撚夠啫，係咪？有身份證都有啦，六十五歲以上嗰啲單人宿舍，幾百尺劏房，劏開兩個，一間有三百幾尺，實用仲唔撚好啊？一個人有埋露台添，有埋露台仔。但點解佢要劏開兩個咧？佢有兩三個人喺度咧，而照應啊嘛。但係獨立嘅，獨立嘅。但有人照應嘛，你冇人見嘅，咁你敲門都知道有人啊嘛，啱啱啊？一層嗰啲咁嘅鬼屋，八百尺到劏開三間，二百幾尺一間，單身嘅宿舍，咁咪翻曬去咯，有糧俾你出，個月入數俾你户口打保，仲喺大灣區添，係啊，仲大灣區先帶頭響應。咁你嗰民建聯啊、工聯會嗰老嘢啊、嗰啲黃國興之流，咪掃佢翻去定居。黃國興，你真係要帶頭噶。點解鄭耀棠嗰啲你要帶頭啦，大佬？你冇喺香港替死啊？工聯會要帶頭噶，響應啊，祖國號召翻大灣區咯，帶埋仔女翻去發展咯。遠少少，都係大灣區嚟。唔使嘈喧巴閉㗎，你以身作則嘛。係啊。仲有一招仲好添啊！咩？政府帶頭啊，所有嗰啲文職嘅嗰啲官員啊，全部喺大灣區住喺珠海住，免費車地出嚟租埋翻工，港珠澳大橋，慳翻幾多嗰啲房屋津貼啊，風涼水冷啊 ，OK， 係啊，真係 OK， 正㗎。有大巴接送你翻工放工，最多個倒冧咗啫，冇乜嘢嘅，人工倒冧咗嘅嘢。係啊，其他冇問題。你嗰公務員咪整個大灣區叫佢哋翻去翻工放工咯，將個時間改改啫嘛，朝頭早十點翻工，收六點，有車接送一個鐘頭啫嘛，而家。直走啊，一個鐘到嘅嘢嚟噶，你係咪啊？咁你政府帶頭咯，收翻你間宿舍，你又要公道喎、哦。譬如講你攞開嗰筆房屋津貼咧，二萬幾三萬，嗱你入去入邊住咧就有一皮嘢津貼添。哇！儲埋好多錢，揾著數大咯。咁你政府賺翻兩皮幾啦嘛？係咪啊？幾萬個公務員噶嘛，益佢喎，益你噶，係咪先？係咯，叫政府。係啊。如果你話咁樣響應嘅，你啲六八九梁振英別些之流，首先帶頭走去大灣區買個單位，叫啲家爺仔啦入緊曬住，姨媽姑姐係嘛，整條狗村。六八九村，六八九 village 咁樣樣，威威食雞，係嘛？帶頭響應，啱唔啱啊？嗰啲咁傻呢班唔緊要，你嗌啲僆仔去，唔撚屌你噶。一入去上唔撚到網，個手機睇唔到 YouTube， 佢條毛咩？屌你係咩低降中聯版？你班撚樣用我個腦啦！成日叫啲青年，同日叫啲青年人仔創業。拉柒你咁啊，可以翻牆。執正你就可以。係咪啊？屌你嘥人氣！屌你，你用下個腦先得㗎。你做政府嗰啲，你嗰啲咁嘅幫裝嗰啲咁嘅冚家產左棍嗰啲咁嘅死人青年團體，屌你老母！你真係亂七咁講。啲僆仔點會去啊？點去啊？多撚魚噶嘛，仲要受你嗰個大陸嘅法規控制，咪第要改一你改一改，你真係學我哋咁樣講，你攞翻200公里
平光地或者惠州度咧，又攞出嚟咧當香港村特區嘅，入去咧就全部係行使翻曬香港法律嘅。我喺你街邊打交一話香港人咧，就喺翻香港審嘅，就咁撚同，就唔係大陸法制嘅，知唔知啊？咁而家你唔係喎，仲整啲乜撚嘢公民嚟話香港嗰啲好撚古怪添喎，係啊！你嗱大灣區又整啲醫院啦，屌你咩嗱又咁又咁，你咪難一鑊啊！你上唔上過醫啊？嚇！無端端叫你瞓撚低啊，打撚完麻醉針，全身麻醉先要講數啊，未開刀之前。係。切緊嗰時候嚟咯。都嘥冷氣。如果是的，那些人不用下來養和醫院排隊打針啦，是吧？現在呢就有一樣要讚的了，就這個天主教梵蒂岡呢，現在開始呢就面對現實了，神父山仔呢還俗算數，就不用搞那麼多私生子啊，古靈精怪啊，這些這些就要向現實低頭，你看嗱，教宗都耷撚低頭嘅，向現實低頭。你一搞嘢搞到生仔啊嘛，嗯，搞大咗個肚，搞大咗，好多咁啊啲，唔係日頭神父，夜晚搞婦。看看幾時我教宗咧，再改佢哋嗰啲，佢哋改嘅啫，啲好多嘢要改嘅。你冇咗信仰咧就唔得，但係個信仰如果咁僵化咧，咁冇包容性咧，特別個伊斯蘭教咧唔改咧，個世界都係麻撚煩。特別伊斯蘭教要改嘅，但係佢哋好似係最難去改嘅喎。已經開始很多世俗化了，在印尼、馬來西亞都世俗的儒教，伊斯蘭教要改了，但他的侵略性好像沒有改。是啊，因為如果 你那套遊戲是行的話，世界不會那麼多戰爭，因為你宗教引起嘛，三分二的戰爭都因為宗教衝突引起的，搞到現在成二千年，搞什麼東西呢？即是不能行，即是你那套東西是不能行的，咁你人類製造一套嘢出嚟唔撚掂嘅，你咪要修正先。有責任修正嘅喎，每一代嘅人都要爭取喎。但係形成咗好撚龐大嘅動物嗰、那個實嗰、那個個體啊嘛，我話都話十億百億教徒，係嘛？嗰度累撚死啊嘛！中國都係噶，佢。點解話我要完善本馬克思咧？你習近平你係想做千古一帝，咁你係搞撚掂個全國免費醫療、免費教育，做兩件事啫，其他行萬都多撚完。跟住完善嗰套馬列主義已經過撚咗期啦，你用佢打撚袁江山，當然佢有啲理論咧可以用嘅，叫你全部抌撚曬咧，你又唔撚捨得。咁你真係有個小組專門去完善到馬克思理論啊嘛，因為佢唯物辯證法唔能夠用噶嘛。我琴日有個學生掟俾我有個雞蛋哲學，佢嗰就係唯物辯證法嘅，唔知佢咪喺大陸咧喺嗰些人網站咧抄出嚟，抄出嚟就問我點解釋啊咁樣樣。好似阿 Daniel 仔掟嚟嘅，系啊，吓，系啊，阿 Daniel 雞蛋哲學啊嘛，嗯，我睇睇先，呢、這個今晚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，點解要完善個馬斯咧？佢就係唔夠用啊嘛，雞蛋俾人喺喺外邊打破，就係你會俾你注定俾人食咗，喺裡面打破咧，你就會你係你自己成長喎。係啊，佢個哲學就你都記得啦，大媽嚇。嗱，阿多塔即刻踢爆咗一樣嘢喎，佢話裏外都唔破就變咗壞蛋咯。係啊，就臭咗。臭蛋啊！係咯，即係話佢唯物辯證法咧，你就睇一條啫嘛。
你睇唔到佢個背後嘛？咁如果你再講多一層咧，而家科學家未定論。嗯。咁有雞先有個雞蛋先啦。咁你企緊咗喺度啦。啊！佢個雞蛋哲學。啊！俾佢哋睇一睇，影一影嗱，你雞蛋哲學。你問我嘅。領導啊！雞蛋哲學要分享下，個雞蛋咧喺外邊打破咧就食物，嗯、由從內邊打破咧就生命，個人生都一樣。喺外邊打破咧就壓力，從內邊打破咧就成長。如果任由別人從外打破你，那麼嗱呢啲就係大陸嘅口吻啦。所以我話呢啲係嗰啲五毛嘅鬥爭思想，你注定咧成為別人嘅食物。如果是由自己從內打破咧，咁樣咧，那麼你就會發現自己的成長，相當於一種重生。嗱，呢啲就係物辨證法。你自己成長到啊，成緊長又俾人鋸你有冇刀啊？只雞仲撲街刀型啊！哇，唔破好撚過破啊，係咪啊？唔破咪死住。屌你乜呢？嗱，呢啲就共產黨嘅物辨證法嘅思想嚟嘅。是不能夠用會死的，現在共產黨呢中國呢就中了招了，點你老母搞不知點你成，你就看一拳急功近利搶了人先，點你老母香港人回來跟他搞廠搞成，跟你合作偷了這些東西掃了人走，你就做這些事。那他來問我的老師對這個雞蛋哲學有什麼看法，那麼一句說話，內外皆是無名作怪，咁你好深喎，係咯，即係唔知你講乜嘢？究竟我答咩咧？啊，咁後屘我補充嘅，咁佢又叻，佢又叻唔切，話後學受教，我哋教條毛咩？你都唔知我咁乜，點受教咧？嗱，佢係後學受教，咁我自己再駁來啦。我哋唔俾人破而自破者要受刀刑，即係變成雞之後會俾人劏咗，受刀刑仲撚仆撚街，鋸頸啊！屌你咩？即係破唔破得死？我呢個咧另一個因果關係。咁咧，我話呢個咧係五族惡世嘅現象，終極為苦冇快樂嘅。個撚個病喺度七彩死咁啊，幾有錢都死噶，實要病冇苦嘅，實要分離。老婆仔女成堆你都要死，都要分離。冇五族惡世冇快樂嘅，只有修出世法咧先可以化解。其他咧得個呃字，呃問我呃，咁啊開始啦。咁啊，你哋同學咧要多睇《因明論》，行持戒定慧，否則難具慧觀之力。即係睇個雞蛋都睇唔掂，而被世相迷惑，神之又神。即係睇肥仔平啫嘛，哇！有條靚女，屌你咩有政協做咁咪去咯。咁啊，去領咗下個月判啦，你撲唔撲街？咁啊，跟住我補充一句啦，內外不破變臭蛋，舉例不倫，哲學條毛咩喎？雞蛋哲學哲條毛啊喎，但都驚咧，佢個唔明喎。納量者含有唯物主義嘅歪理，非常膚淺。只計表面現象嚟講，呢啲咧多數係志大才疏、學淺之輩。而家左膠大愛陣營最多就係呢族啲人物啦，所以令到而家嘅世情咧混亂不堪。呢、這個屬於建族嘅反應，因五族惡世啊嘛，建族啊，即係個建地，污族污染。所以這個呢就是唯物辨證法不夠用的，那麼講起了之後，那我們不如今晚整個主題呢，就是你馬克思唯物辨證法要收工的了。你都看不到有人裝你嘛，只看到面，現在你不知道就裝了咯。你走過微波爐微波爐理論那套發放射，你有沒有看到人的細胞多微細的，個電話拎埋啲啊，生 cancer 啊，大佬唔係講笑啊！輻射啊！你有冇仲行五支？好啦，佢仲撚嗰啲理論，嗰啲歪理咧，仲撚撲街。
而家咧，我哋好撚巴閉啦，秒幾鐘咧可以 download 到一套兩個鐘頭嘅電影落嚟，咩撚巴閉啊？華為你班撚樣，屌你老母你害撚死中國下一代啊！我 download 落嚟，我要嘥兩個鐘頭睇套電影噶嘛？你快嗰幾秒替死咩？冇撚幫助噶！而家我哋用呢啲三四支 download 落嚟都係十秒八秒嘅，當你係咪啊？當你一分鐘好未？但我都要看兩個鐘頭，但我兩個鐘頭看你個咁死人機仔電視會死嘛對眼，你老母仲話整啲咩折網折你老母啦！你想害撚死啲年輕人啊？偷翻嚟啊嘛，係咪啊？搶先出閘！屌你老母冇撚興嘅共產黨，屌你老母你個黨屌乜千唔千萬萬世我哋唔撚理你大佬，中國人嗰下一代唔可以咁樣死啊！現有嘅人用會死，細路仔用即死。因為而家你啲人用撚到縮縮地噶嘛，啲僆仔你睇香港啲僆仔就打手幾多，屌你咁樣面青口唇白，啊拎撚到十幾歲生 cancer 嘅啫，對眼點撚戇鳩鳩嘅喎，打撚到好撚戇鳩嘅喎，啲人揸住揸到，係啊，食飯都揸住，行路都揸住啊，佢而家啲種嘢咧，啲鬼佬好撚毒嘅，以前又俾鴉片煙嚟揸完支槍，而家揸完部機瞓喺張牀。一挨撚咗喺度，即係吸毒一撚樣。屌你哋唔好中招啊！共產黨中咗，你咩唔撚起噶？你中咗招嘅話，你要落命令噶。喂，唔好撚搞，你搞五字頭算撚數啦，教撚慢啲嗰、那個，同埋即係要加撚強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化解嗰種輻射嘅放射度對沖翻佢。如果咁簡單嘛，你擺我哋嗰個嘢系統咪得？你加我一個系統喺度嘛，對沖佢啊嘛，嗰啲輻射起碼好啲先啦。會唔會啊？屌你啊！咩你要做噶？但係你作為政府有責任咧，保護人社會嘅百姓嘅生命財產啊嘛。正常。唔係使撚要你政府啊？你政府有責任保護喎，保護國民嘅生命財產，因為你外邊傷害你喎，因為我哋收嘅情報。同埋我哋知道好撚確實嘅情報，人哋行緊光譜啊，唔係用你呢啲咁嘅電磁波嚟傳輸噶，你有冇仲搞用發呢個微波爐嘅原理去傳輸？一著燈就可以過啦，用緊嘅而家，用緊嘅行光譜啊，因為唔傷啊嘛。不嬲都有光喺度啦，佢就行嗰啲光譜，冇個輻射。用個光譜嚟射，冇曬輻射，冇曬成。人哋而家唔用啊，內部啲鬼佬點鳩你用？就知道有問題嘛！我掟咗好多文獻俾佢哋中央政府噶，我哋自己睇啊，屌唔過。好啦，佢點解玩撚套嘢咁撚危險咧？嗱，佢搞你撳你唔知啊，喺全世界啦。你賣唔撚到，你整撚咗投資咁撚多錢，裝撚咗你彈弓，你咪焗撚住內銷啊！咁你咪中招咯，咪一代人中招啊！個腦縮撚曬啊，智商低撚咗啊，提早生腦 cancer， 嗰啲下一代都死啦！懷撚住孕個僆仔，屌你老母又係中招，喺個胎度已經中招啦！啲大老婆屌你乜撳撚咗機咁啊！而家條僆仔點頂啊？佢發育時間嗰個腦細胞屌乜你爸咁嘅唔關共產黨左交，屌你有冇低 B 幹部？你聽撚清楚啊！屌唔過呢套嘢，不如我係支持你共產黨千秋萬世喎！屌乜你有組織有能力啊？穩穩陣陣，我哋中國人屌乜？有嗰個七十年嘅安定，國家都叫做揾到兩餐飯食。你唔好搞撚呢啲嘢，中啲鬼佬招啊嘛！好撚毒噶，點解我哋日本仔真係收私信翻嚟嘅？一開學就同啲家長講啦，嗱，我哋啲遊戲機咧係設計俾外人玩噶，你哋唔玩得噶。佢破撚埋你啊嘛，打撚到你摸眼花撩亂，發夢都怪打怪獸。咩嗰啲啲美國仔咪屌你攞亂撚開槍咯，當打怪獸咁樣搞咯，係咪啊？
好撚毒噶，因為而家你中國強大啦嘛，自己國家，咁有好多人咧眼紅，你又有破壞，你又有，佢用呢啲咁嘅嘢嚟入侵你，你好撚傷，你唔撚知噶嘛。咁你仲以為執撚到寶？係啊，咁撚易俾你偷到嘢啊！中情局佢哋美國佬啲工廠，你一喐偷人嘢啊！你間工廠係特登請你入去俾擺撚到 plan 好曬俾你偷噶。偷撚完仲有人使還手教你點樣開做啊？係啦，收你班大學生翻嚟請你翻嚟擺啲嘢俾你偷噶。你嗰班咁嘅死人盲目。屌你咁閪，仲當自己民族主義，以為好撚叻，翻去邀功，用咗萬鳩幾億人民幣搞科研，研條毛咩？你冇得追人噶嘛？你都唔係嗰皮，人哋行先過你就行先過你。你可以。所以人哋印度佬以前點解追唔撚到咧？佢都用過铀233咧，做嗰個核電廠，用撚到咧。佢嘅經驗咧，美國都要取經嘅核電啊、發電啊，全世界有铀元素啊，佢用铀233噶，用得最好啊，佢經驗最多。印度啊，真係好得好過。佢個铀233做唔到核彈啊嘛。佢似一級嘛，但美國就唔用嘛，但佢後屘話喺用翻佢平好多喎，佢哋用咧嘅經驗都向同印度佬取經噶。佢60年代開始玩呢貨，咁你老母你就係咁嘅共產黨，屌你乜亂塵搞，好高骛遠，聲大大夾冇撚準，乜撚都話搞，抄撚完人嘅當自己，仲要聲大夾冇準，惡撚過人。我但呢啲唔搞得，因為你。你看華為出嗰個話咩節目？你望乜撚嘢啊？望我要嚟睇電影，睇兩個鐘啊，人都會癲啊！啲僆仔唔撚知睇兩套就會暈撚低噶，唔係講笑啊！啲輻射，你害撚死個國家噶咋？你跌撚埋深水，搞撚掂成個中國嗰啲雲貴、湖南啊、東北啊、嗰啲長白山嗰啲靚嘅人參啊、草藥啊。找德國佬、瑞士佬嚟合作，專攻呢個生物科技好撚過啦，草藥發達添啊！嚇，發達邊有啲頭赤啫？實要買嘅，好多人訂，又唔使改款嘅，天然嘅，屌你！但而家抄唔撚到嘅添，係嘛？屌你啊！乜現成嘅嘢有福氣嘅，你班咁樣低 B 幹部唔撚搞。走去同鬥啲咁啊！唔加緊死人古靈精怪嘢，鬥撚到自己都殘撚埋，係咪啊？屌你咁啊！搞吹水嘢冇撚用噶，習先生。鄧小平係好撚有遠見噶，你中國人實事求是啦，搞撚掂嗰啲大豆撚過啦，唔使同人買。俄羅斯咁撚多大地方，你咪同佢合作咯，種大豆咯，運過嚟又快。想同你美國買啊，唔撚使運費啊！俾運費都夠買啦，係咪啊？幾撚大俄斯係咪種大豆？屌你，你都點樣管理個國家嘅你？咁樣嘥撚氣嘅呢班唔關事，成扎外經貿，屌你，我就喺個個村櫃桶揾笨柒，越搞越貴。即係實事求是就冇冇得揾啊嘛！嗱呢啲咁啊，有網友就話啦：對住咁嘅形勢，我哋有咩辦法應付咧？我哋報紙又吹水，吹水啊，吹得犀利嘅。你蘋果報，即係好客觀講啊。好啊，如果中央政府唔全方位規劃，你而家你香港班殘官識規劃咩？嚇？你規劃到屌你老母穿櫃桶都過撚過，起個廁所1000萬咯，咪規劃到咁樣樣咯。而家規劃緊翻新公廁。咪規劃曬嗰啲咁嘅市政大樓，而家你現成睇到香港市政大樓，個個位置好撚靚嘅，周圍旺角油麻地嗰啲市政大樓，冇鋪面嘅，
最撚值錢鋪面啊嘛！屌你老母，你點搞啊？你有冇喺你啊香港殘官？你有冇市政大樓啊？冇鋪面。我梗係畫撚翻六尺深嘅鋪面，屌你咪咁樣規劃收租都夠撚曬皮啦！維持嗰啲經費，你老母點劃職啊？你班唔班政府？係嘛？收租啊嘛，要嚟啲鋪面開業。好啦，冇個個霸一座大地盤，整個市政大樓，屌你咁樣冇撚到地下鋪面，地下鋪面連閣樓個閣樓差唔多當地下咁咪租金收咁啊！而家你冇搞乜撚使教你做個規劃啊？你個規劃處，你班唔班地政處搞乜撚嘢究竟？好撚簡單，唔好講第啲嘢。你駁我啊！唔啱你啊！屌你乜批俾個市政大樓啊？蝕本嗰啲，你批兩個俾我啦，蝕撚咗我嘅。同你減緊政府負擔，我降緊曬租地鋪都富貴啦，係咪啊？我老母其實四條街位有啲私人市政大樓，通常都係一等霸曬成個黑黑嘅喎。你老母啲區議員，你啲冚家產點咧？保皇黨冚家產區議會嗰啲咁嘅工聯會，你都撚樣做乜撚嘢啊？嗰啲錢嚟㗎，大佬。佢拆咗幅牆，褪後幾尺，間撚咗，咁就屌咧鋪面嚟噶啦，係咪啊？好撚貴租啊，搞地鋪。最搞笑嘅通常喺個政市政大樓嗰度咧，地下攞嚟做垃圾站。你啲撚戇鳩。街市咯，所以咪連埋垃圾站咯。你個垃圾站啊，擺幾個貨櫃都得啦，冧撚起佢，到時成個貨櫃掉撚咗去，又再擺個第二個落嚟，啱啱啫，咁撚複雜啫。乜此其一，此其二，我哋成日睇到個醫療失誤咧，好撚慘嘅，自己個學醫啦。屌你乜你班友唔撚識醫咧，就唔該你每間醫院請兩個當值中醫，就有一個小組。嗰啲醫生一唔撚睇唔通咧，就通知個小組攞啲意見啊嘛。睇唔通就點人驗嚟驗去，心臟有事排五個月，屌你阿媽排到五個月唔撚使睇啦！啱啱白報紙死撚咗啦，死啦嘛？死咗咯，死都唔得，未夠期死撚咗咯，排到死。在個人類的醫學上咧，冇分東西方嘅，最緊要靈就得啦。咁你有現成噶嘛？咁撚多中醫，咁撚多大學，就算你同大學合作，你每個醫院等佢大學嗰，譬如你香港大學有西醫有中醫嘅，佢有小組嘅，整一個小組中西合璧嘅諮詢委員會或者諮詢小組。你港島區有咩病情唔啱嘅，佢啲心掟個人嘅影張相掟撚埋俾你聽，就可以問撚調到意見噶嘛。而家個撚個唔係敷衍塞責，佢俾你止痛藥你，咁咧關人撚事，行撚咗去走得啦。咁屌你，冇咁嘅叫醫人咩？咁樣唔係叫醫人嘅大佬，咁樣會死人噶嘛。我哋咪鋪咗一個有一段嘢嘅。係啊，今晚會有一段咧就。在我演讲的一个医生，大家希望大家一留心看，有一登出来给你看看，现在行不行，方不方便，还是一阵看，临尾看，临尾看，比较挺长的，大家一定要看，对你家人有帮助，这段东西对你自己有病你都有帮助。我跟他有几名资源同在一起，有我们那些十大宗师，他都有出席，十大宗師武林高手嗰度出席，佢係世家醫學世家。啊，有件好惆悵嘅新聞啦。呢個惆悵咯，嗱，炒股炒喺度攬住仔燒炭嘅，屌你係咪國際大都會啊？林鄭妖娥區長，阿林鄭區長，你點樣搞個社會啊？嚇，你搞啲社工搞乜撚嘢啊？而家仲撲街，每間學校派兩個社工，你多撚餘嘅，你個校長先生、訓導主任唔撚識做噶。香港就俾啲咁嘅社工害撚死噶嘛，啊！教緊人揾笨柒，教緊人詐病，屌你有冇去醫院攞多啲藥，攞撚完藥走去藥房度換奶粉，拎啲奶粉走去賣，屌你老母搞乜撚嘢，係咪啊？古靈精怪。
香港啊，淪陷啊，就醫管局啊、社工啊、社會福利啲冚家產作怪死噶嘛。我睇嗰啲咁嘅死人，唔知咩弱智中心嘅咯，冇得十幾個人，嗰啲咁嘅低低地嘅，屌你有冇又隔又院長又護士又一隊，屌你有冇臭閪幾撚重皮，知唔知啊？養呢班咁嘅古怪嘢。嗰啲友咧送撚曬翻去大陸嗰啲咁嘅兒童院搞啦，一個幾多錢？人道啲送去台灣啦，人哋真係照顧得好啊嘛！我哋香港咁撚貴，又嘥地方又剩，嗱啲位幾撚大啊？咁撚多資源你唔撚用，你咪好撚過人喎，醫得到人，我哋又唔撚望你好喎、啊。你唔撚好咧，佢嗰班唔家產日日喺度食長糧啊嘛，又話又話一日啊嘛，係嘛？高薪啊！高薪啦，冇撚興嘅而家香港。總之啊，攬住個仔燒炭，嗯，咪死曬係嘛？嚇！死曬啊！死曬啦！臭咗先知啊！係啊！咁慘啊！佢又冇朋友開導佢。輸撚咪輸咗，爭債咪爭債咯。香港有破產嘅，破產唔撚使還係咪啊？跟住有綜援攞係咪啊？有安樂啊，跟住做part time添啊，冇壓力啊，係啊，完全冇壓力噶，即時冇壓力啊，破產跟住又攞救濟金，樣樣攞，有埋個仔添，屌你啊咩佢？喂啲網友你有咩頭痛嘢嚟問一問我哋啊，包你冇笨柒啊！啊！四年後一條好漢啦，係嘛？呢啲真係呢啲真係冤撚枉噶，真係枉死嘅。得四廿歲，老婆四廿歲，喺中原地產度做賣做經紀嘅佢老婆，揾到錢嘅，就算你輸過龍啊，炒窿咗嘛。咁啲人咪借錢炒啫嘛？係啊，借錢啊，借錢投資啊。有咩事真係要同朋友親戚講噶？天無絕人之路，唔係你諗噶嘛。嗯。我哋講幾耐個醫療啊？而家先話集中救醫療，屌你咩嘢死唔死啊？嘥氣。嗱，呢個華為嘅董事長啊，話佢女咧冇專業背景啊，唔可以做接班人啊，接撚買就啱啦，接班人。拍啲私人短片，屌你啊！冇唱我哋唔知乜撚嘢歌。寧可拎啲錢嚟咁嘥咯。實事求是啦，個世界舞台我哋未有得玩都唔肯玩，真係有得俾你玩，你都唔肯應該去玩呢啲做呢啲生意，競爭太大。Loki 又接緊埋咧，做到咁撚大成啦。佢嗰啲一輪嘅嘢嚟嘅啫嘛，中國真係要就地取材。你搞掂我稀土，全世界最多儲藏量，你就係中國稀土。搞定啲稀土點樣提煉點樣用咧，已經富貴啦。點樣唔污染喎？係咪？集中精神搞幾樣龍頭嘅嘢，等於瑞士咁啊，搞藥、搞生物科技。我自己我羅姆，你有冇氣？我啲營養素啊，屌你有冇要走去歐洲搶翻嚟啊？俾有錢佬訂撚曬。啊，阿 Doctor。即係有網友就話認為中國人要管啦，點解幾千年都管唔好啊？唔識管咯，佢冇教佢啲人自己管自己啊嘛。等於你明朝咁撚嚴明進化，嗯，打擊貪污啊，一樣咁撚貪腐。你雍正告殺貪官殺得多啦，殺唔完啫嘛。就係話。你在那個理論那裡和在個學術那裡不夠的，所以現在我們叫習先生，你完善那個馬克思的思想，就是你要重整的那個道德觀念啊、價值觀念啊、那個人民文化啊，你現在要跟著這個新時代，
叫睇破咗呢個物質世界個走色財氣究竟係乜嘢？我哋即係唔係話講笑喎？你有個行盤先得嘅喎。一個月斷食一日，或一個禮拜啲幹部要過午不食嘅，係咁樣簡單咋。好啦，如果有啲人話天生好撚冷滾嘅，好撚好色嘅，我亦都可以安排你 A、B 組，嗱你哋真係揀，屌你係咪俾七條女你，今晚你搞撚掂佢，寫翻個報告唔撚掂嘅就屌你係咪一齊降級，仲要寫報告？係啊，啲女人寫報告啊。喂，呢個係方法嚟噶，你壓唔到就要放噶嘛，係嘛？咁你好啦，你去試緊過之後咧，你係隨佢無心不時運噶喎，見緊到女人，你覺得屌不外如是。見到女人都頭暈啦，跟以前我哋翻到東莞，唔係我哋翻到東莞，哇！成扎 model 嚟，大連妹又有，係咪啊？哈爾濱妹嘅 model 啊，個個五尺七八，平靚正。有白净，咪咯，又后生，钱得流紧咯，咪咯，咁你搞得两搞咧，你都冇人噶，不外如是啊嘛，你人生就真系你不外如是嘅，等而家你去到欧洲都系噶，嗰啲花档，大把靓女俾你拣，你就对女人你就有自不然有种免疫力噶啦，咁你如果有你搞过呢啲咁嘅模特儿大陆落嚟嗰啲。咁撚平靚正，你點會真係追港姐咁啊？嘥撚氣，嘥錢，出嚟把撚啊？係咪先？你包起一個模特兒一個禮拜有幾多錢咧？3000蚊一日咧，5000好未啊？幾平？你一舉手大把人報名，你5000蚊一日嗰啲模特兒妹係咪啊？包你有。你點啊？就靚撚過啲港姐啊，大佬，係咪先？多咗成。我今日先擺兩個出嚟啊嘛，仲整對吟詩作對啊，靚唔靚啊？靚唔靚啊？喺度捉棋啊，飲酒啊，係咪啊？係咪靚先？真係靚啊，係嘛？屌邊度咁撚複雜嘅啫？車前褪後等啲咁嘅啫，咩八婆啊，嘥撚氣。係嘛？藝員啊，扮明星嗰啲咁嘅星仔咁樣，啲曱甴妹好撚古怪啊！第二個問題，咁麥當凡，你點睇咧？佢呢度有前因後果嘅。嗯。有錢人好講，因為中國有一班人咧係好撚腐壞、好撚腐敗嘅，腐敗到咧佢冇睇嗰個大局嘅。一開聲就哦，嗰啲美國佬咧亡華之心不死，對你好，你對佢好啲，佢係別有用心噶嘛。因為中國啲文化咧好古怪，無事獻殷勤，非奸即盜。佢唔撚相信人哋有個信仰咧係施比受有福咁啊！佢諗就諗你衰添。係咪中國人不嬲都係咁啊？習慣都係咁。係啊係啊，龍仔好啲啫嘛！以前我哋話喂你，我幫你醫啊，唔撚使收你錢嘅。屌你媽！我相信初初佢都十五十六，唔知係咪？但佢又諗住屌我鳩條柴一條，屌你乜都冇啦！你醫撚死算撚數咁樣醫啫嘛。中國人唔會，佢唔相信有人做好事，佢自己唔撚做，所以佢唔相信人係施比受有福。嗰個理念嚟嘅。呢、這個唔係話捧鬼佬牆啊崇洋喎，佢哋個信仰咧。以前好多人嚟到香港啲保良局啊，營養咗細路仔啊，嗰啲孤兒仔咧，真係當佢仔咁培養佢嘅，係咪啊？當自己仔，當自己仔嚟培養佢，佢做咗個法律手續，啲 B B 仔啊喺保良局攞翻，佢真係公書教學養大成才。唔話俾你知。係想解題。
人哋有呢種咁嘅胸襟喺度，心量。但係你中國特別共產黨，你嗰啲懷疑嘅文化，馬克思理論由俄羅斯傳過嚟噶嘛，佢唔撚完整嘛，最撚慘佢取經。就算你用馬克思，你用本正本啦。個日本山寨貨，日本譯俄佬，俄佬咧就唔齊嘅，就刪咗馬克思個人民主義嗰部分嘅，就擺撚咗啲俄羅斯嘅懷疑理論喺度嘅。咁仲譯撚咗日文，日文翻嚟咧又屌你媽搞中文，咁仲硬執撚到本嘢當寶，咁咪撲撚咗街啦！啊，其實佢哋自己睇唔睇得咧？我懷疑緊。嗰陣時佢焗住拿呢套嘢，因為蘇聯搞個國際共產嘛，又俾錢你搞嘛，你一埋大佬堆，即係跟大隊埋堆，乜撚都冇，求其有球木都攬撚住啦，咪攬撚住共產主義嚟搞咯，打撚低班人家產分田分地咁啊，唔撚使馬克思啊！你話屌你乜大貓主義都靈啦嗰陣時，用呢套咪得？係咪啊？最重要佢用你組織嘛。蘇聯國際共產嗰班人輸出國啊，輸出啊嘛，由列寧嗰個撚樣搞屎棍，史太林嗰啲，專殺自己人啊嘛，史太林又係，撚日都懷疑嗰啲身邊啲人作怪噶，殺得最撚多人係史太林啫，佢嗰、那個嚇，係啊，史太林啊，係殺自己友添喎，屌你老母閪，你死唔死啊？爭啲提低二次冇將軍啊，爭啲。屌你冇搞笑嘅，佢嗰個懷疑文化嘛，所以左手唔信右手噶。而家你又佢就呢度點解我哋佢要完善馬克思咧？其實應該叫你放棄嘅，習先生，因為你放棄唔撚到你共產黨，再攬撚住個神子牌，屌你諗咩當扶手棍，害撚死你㗎！啲唯物辯證法唔撚夠用噶嘛，你冇咗個心法啊嘛，你更加冇咗個慈悲心喎。你冇咗愛心喎，冇噶，因為你列寧教落嚟，凡係善良嘅人咧，都係你嘅敵人嚟嘅。有朝一日，咁屌你乜啲咩撚嘢理論嚟啫？而家仲用緊？用緊，佢喺個思想度洗緊咗腦啊嘛。好啦，跟住你嗰個馬克思，你本身個歷史，佢入緊咗撒旦派噶嘛，魔鬼門派噶嘛，大家上網睇資料，佢撒旦嘅教徒嚟噶嘛，所以咪搞無神論咯。冇因果冇成，啊，同人斗同天斗同地斗，系嘛？毛泽东嗰啲啊，人力胜天啊，佢系临死个冚家铲先，鬼拍后尾枕，交代叫啲党内啲人起翻啲庙啦，咁啫嘛。屌你老母，你咪攞嚟搞，我国家点解冇信仰啫？佢信鬼神嗰啲嘢驚下啊嘛，哇哇，舉頭三尺有神明啊，係咪先？佢有個威脅狀啊嘛，你老母你真係搞撚到中國文化真係要全面改革噶，習先生。如果你唔重整咧，你個黨內嘅黨校共產黨嘅思想咧係失撚敗噶啦。因為嗰套嘢 work 嘅，啲黨員點解冇免疫功能先？一掂撚到首先財氣過撚我嗨嘅，係咪啊？就話你嗰套嘢唔撚夠力噶嘛，係唔撚夠用嘅。佢睇唔破個紅塵，睇唔破紅塵。誒，人人三十六啊得喎，五十年代窮啊得啦，乜撚都冇，想貪都冇，咁咧就 OK 喎。想唔破都唔得啦。係啊，冇得唔破。嗱你咁咁咪搞嗰啲咁嘅糧票咯。拿住摘糧票就去當叫雞咯，同你換糧票咯。回扣咯。係啊，嗰啲妓女就咁搞出嚟噶嘛，共產黨啲幹部咯，下鄉啊、下城啊有摘糧票，啲人咪送個女上嚟俾你咯，同你瞓一晚啊，攞幾多糧票咁咯，一撚樣咁撚撲街噶。一樣。係啊，所以你嗰套嘢唔撚完善噶，習先生。如果你想個國家前進，一定你要完善咗嗰套馬克思論補充。補充補充再補充，咁啊用乜撚嘢嚟補充咧？第一你要攞原始佛學一切有部嘅思想擺落去，
一你係驚外來宗教入侵嘛，但佛教係無神論嘅，但你哋攞撚錯經嘛，當年而家用撚咗啲咁嘅寫人梵文嘅假經。你睇 Burma 緬甸一拿到清淨道論啊，擺入小學啊，乜撚嘢宗教都動搖佢唔到噶，唔撚信你，破撚曬你嗰啲外道宗教，入侵唔到啊緬甸嗰啲宗教。小學一教清淨道論，那個阿毗達摩，中國有用噶。你可能你而家你現成有喎，習近平阿主席，你又將雲南嗰套佛學咧、佛教咧，你又擺撚咗喺小學課本，補充個馬師唔夠用。佢冇違反你馬師喎，因為佢南傳佛學嗰邊咧，嗰一切有部咧。就是唯物辨證法嚟嘅，只不過佢多咗個心法，即係個波箱瓦咗一樣。但你話唔啱冇入油嘛？共產黨個波箱冇瓦油痕喺度喇喇聲，自己又頭兩尺換波箱，監啱嚟咯叫做。等於你即係我哋上個集節目屌柒中聯辦嗰個黃小二啫嘛，個主任。屌你咪！你而家自己做兩好曬工作先請人哋話嚟飲茶啦！你老母呼之則來，揮之則去啊！你知道香港嗰陣泛民主派點都扮嘢噶嘛？佢覺得咁你叫佢去咧，佢啊成班好撚冇面嘛，知唔知啊？明撚明啊？如果你聰明仔嘅，喂你哋搞咩節日請埋我哋嚟啊？咁你咪去咯！你叫唔到泛民嚟同你傾偈，你咪自己去人哋嗰啲民主黨派嘅節日度咯，啱啱先？你老母你點做工作嚟香港？你個黃小爺使我教你做啊？你老母大羅大鼓啊！我哋幾時啊搞咩茶聚啊？你哋要嚟啊？請你嚟屌你咩？你對人大政協就得啫，呼之則來，揮之則去啫。佢做反對派啊嘛，點嚟啊？係咪先？點解全部冇撚做撚到工作過嚟香港嗰扎咁嘅低降，咪撚得撚罪喎？因為擺款扮撚曬嘢，你老母香港政府特區區長出嚟做工作，你企出嚟替撚死啊！好撚肉酸嘅鏡頭，你中聯辦你飲撚曬鹽，咪撚曬水啊！點解地區民政主任搞啲節日請佢嚟把撚咩？香港係政府噶嘛？是吧？你請我嚟把撚啊！你管香港啊，特區區長管香港啊！你多撚魚嘅，如果你玩得咁撚辛苦，唔撚好玩嘅，咁你咪取撚消曬一國兩制，拍撚曬板，又唔撚同遊戲玩法喎嗰時，咁你名正言順企出嚟正裝啊！冇大冇細冇裝冇喊，屌啦！冇你中聯辦班撚樣，你做乜撚嘢？無規矩不能成方圓噶嘛！有規有矩噶嘛？屌你咩！一你名正言順，揾個中央代表落嚟宣佈特區區長之上有個區委書記，咁咪得啦。正式。喂，我哋支持嘅喎。一國一制啦。係啊，唔係你一國兩制，但有個區委書記嘅，正正當當。特區嘅區委書記，香港特區嘅區長書記，唔撚使要名正言順。咁啊得噶，咁都得噶。你而家唔係，屌你咁樣，咩搞乜撚嘢五不像？佢支持噶，佢話佢正話咩公民咧，公函字講啊，留我哋支持噶。太遲啦，做得一早要有啦呢啲。屌你咁樣冇網管咩香港？行撚正公民啊，你係正裝嘛？因為你嗰啲官員行埋佢委任啊嘛，啱啱啊中央委任啊，啲人唔出得公民啊。你聽嗰啲人左仔嗰啲咁嘅古惑仔政棍亂插五噏，係咪啊？揸啲雞毛當令箭啊，亂撚五噏。呢啲都而家做啦，一回歸啊就落命令啦，宣佈啊，話琴日委任啲咩官員，委任咩官員，係嘛？但嗰啲人間冇嚟撚到香港，冇請嗰傳媒老細。四下佬噶嘛，個個扮撚曬嘢噶嘛，更加冇啦，傻。人英國嗰啲唔係噶，個總督又嚟撚咗一個禮拜唔夠咋，就 call 齊曬嗰啲報紙老闆啊，
啊，請個廣東虎飲杯茶，食個包啊，大佬！你老母閪，你扮緊曬嘢！你睇下佢老母閪嗰啲林鄭區長個樣幾撚衰，虎口虎面做撚到。呢個保安局長冚家產又係低 B 嚟嘅，啲講乜搞乜撚嘢？限萬族撚大，嗰民族黨咧數撚萬撚嗰一百人，真撚個貓王喎！屌你老母，你點管治個社會啊？是吧吹晒鸡你咪抗捻大晒啦，冇事搞事，啊！我都唔知个民族党系乜捻嘢嚟嘅，啊！你系咪蛋蛋我啊？煞有介事搞喺度，唔系啊？都冇人知。屌你啦，冇閪真系搞笑啊！共产党。佢又俾呢啲咁嘅土共啊，嗰啲既得利益者咧，抗撚大嚟玩，啊，咁咪仆街啦。嗯。佢犯法咪拉撚佢咯，送佢上法庭咯，好撚簡單啫嘛，係咪？如果你認為唔撚妥，你咪立法咯，立法都得噶，使乜嘢鬼鬼祟祟咧？啊，佢哋就中意鬼鬼祟祟啊！我係不嬲以前我咧唔撚贊成一國兩制，你咩香港人唔撚巴閉啫？回歸咪回歸咯，你中意走你咪走，一國一制仲撚好做，派個京官嚟治港。啊、派我京官嚟治港啊！個個有層樓啦，一早真噶。嗰時我叫一早發展大嶼山，我九一年已經叫北京政府，你一定要發展大嶼山。因為你嚟嗰啲百五個一日嗰啲咧，地方收留佢嘛，開新市鎮嘛，有就業機會，跟住打撚通曬成個深圳邊境，做嗰啲工業村。專做食物，乜都唔做，做兒童用品啊，衣食住人嘅兒童啊，個個捨得俾錢買一個啊嘛，借都買咁啊啲靚嘢啊，但你要做靚嘢真材實料，做奶粉都富撚咗貴啦，喺度做嚇，個大頭奶粉嘅，你香港人做奶粉啦，跑去紐西蘭、美國啊，你仲走去做啲大頭奶粉？在沙頭角開間廠專做奶粉，全部玻璃俾人睇緊住嘅個運作，我人喺外邊睇到嗰啲玻璃，個個屌咧乾淨企嚟嘅咁啊，排緊曬隊嘅，一個貨櫃一個貨櫃喺度運翻嘅，私牌啊嘛，免税。你諗好做啊？你就做兒童用具，佢年年都要換衫嘅，年年都換鞋嘅，快高長大啊嘛。起碼有十幾年生意做啦，係咪啊？由出世做撚到十八歲嗰個 size， 咪年年要換啦。快高長大，你老母冇你個特區咩搞乜撚嘢？就係靠啲咁嘅呢個區長，就係靠啲咁嘅炒賣金融啊、古靈精怪搭棚啊，屌你咩啊！整啲咁嘅大陸啲屌你乜真死嘅台又落嚟上市啊！佢搞啲衰嘢。第一個問題嗱，咁啊 ，Doctor， 頭先講開 Burma 啲小學都有佛學學啊，咁啊，點樣將佛學應用喺生活上高咧？最簡單一樣嘢就有咩問題咧？好與壞喐，咪住，即係以前嗰個台灣劇集保鏢，咪喐，定一定，一執你都咪住，嗱呢個最犀利啦！哇，好撚勞氣，想打個馬鏟，咪住。記唔記得個台灣保鏢啊？有好多人知㗎。一開波咧就想話破咗，抵住咁屌你，又停一停，破咗犀利。你攞咗個小妖緩衝期。如果識得咪住，咪住咁啊諗一諗，諗一係啊諗一諗。呢個佛學最犀利嘅，佢嘅佛學力咧就話，唔係個個人咁有觀察力嘅。咁同埋你觀察力係咪真係咁準咧？你又唔知啊嘛。咁你凡事咧，
都三思而后行，量力而为，同埋佛我精神咧就嗰个宽容嗰度，宽容，所以我哋佛教冇宗教战争。我呢条友揾笨贼，哦，你会知道啊，佢冇环境，冇世界，好捻可怜，唔揾笨贼唔可以生存。识破就唔好踢破。我哋好心水清噶，试咗你都唔知噶嘛。有啲学生，我突然间咪有嚿首饰翡翠，特别贵捻过人俾你嘅，你又唔捻识货喎。咁又冇人真问价咧，我哋知噶。唔系平俾你嘅，咁你揦捻住嗰同我买咗件嘢周围格价啦。我就知啦，你要你个卵样大唔晒啦，我三几千人嘅，周围格价，即系大卵定呢啲人，你知唔知？如果系好卵聪明，咁啊拎翻嚟俾我咧，我一定俾翻钱佢喎，即系已经知道你个人，过唔卵到关嘅人嚟噶嘛，我试咗你哋都唔知噶嘛，有啲人唔系嗰啲啊，喂阿常嗌我买。你一唔撚理嘅，幾多錢都好啦，咁啊照俾錢。我哋又知喎，咁啊遲啲咪執翻件好嘢俾你賺翻錢咯。阿女仔就係啦，阿女仔，我俾嗰嚿石好撚靚噶，就因為我俾過兩次嘢買咧，佢又冇講價冇成，話幾多咧佢就俾幾多，我咪俾翻件筍嘢你咯。你咁撚叻，真係格價。啊、我怎會益你啊？即你不肯信我，就算我明找你笨柒啊，你都扮不笨。嗱，呢啲好撚高手的人，好高深啊！係咪好撚高深啊？呢啲我稱下你噶啦嘛，你個撚都冇亮度，你何來有福會收到我件正嘢醒你啊？嗰件嘢係起碼幾廿萬噶，劏出嚟。那個、我賣了一塊石給他，成塊石很大的，但很漂亮的那種，因為我叫他買幾樣東西，幾千幾千一萬幾千，他完全沒有講價，更加不會拿著周圍的首飾譜問值多少錢的，是吧？你又叫我做阿 Sir， 屌你有沒有理由不信，如果阿 Sir 要找你笨賊，那即阿 Sir 有困難啦，係咪？係咪先？你更加要識做啦，你點唔好咁平，點收貴啲啦？咁啊，呢啲係犀利，你仲犀利，你仲犀利，啊！呢啲係隨時富貴，係咪啊？我哋講過㗎，我哋同某喺北喺個電視台合作，$100六隻錶，佢報價$82，我基金唔肯批。點批啫？報撚價翻嚟$100六隻，市面賣啊！個電子錶有乜電視台報價$82一隻，個款衰撚過嚟嘅，基金唔批，咁我咪同阿劉生講，我哋呢單嘢唔使開會批啦，我自己俾錢買。佢話冇撚你咁笨柒嘅喎，你真係會捉錢，我係照俾啊！你識撚埋你係富貴啦！屌你媽！我特登製造佢賺啲錢噶嘛，但估唔撚到佢深圳體創搞到唔撚貴啊嘛！如果佢$100三隻兩隻咧，絕對我冇問題嘅，準備俾佢賺錢啊嘛！人哋幫自己做嘢啊嘛，啲電視台啲人，佢老母係聰明，帶幾個人來深圳啊考察體創啊嘛！咁咪咁撚貴咯個旅費，梗係啦，飲下酒叫下偈，變撚咗要$82一隻咯。好啊，如果你踢撚爆，嗰陣時未去體廠㗎，喂，佢係啊，嗱你阿郭生你 OK 咧，我哋就同埋幾個同事落去深圳啦，揾個間廠啦，咁我得啦，知道一定要咁貴啦，因為你要旅費體廠嘛。你好啦，踢撚爆你喂，我唔係喎，天中有喎，咁咪即係冇人幫我做嘢咯。
你踢撚爆，俾領導知道，仲撚大撚鑊，唔講得。得啦，照做啦，你照落去深圳訂啦，幫我搞掂。你打頸要做人咧，你拿嚿木咧，刨撚正咧，嚿木會冇撚咗噶。唔信你玩嚿木刨啊嗱，四面要市正啊，一撚樣啊，刨刨你冇撚咗嚿木噶啦，實唔正噶，知唔知啊？你揾碗水倒落第二個碗度，都唔～不是完整那麼多的，僅黐在底下嘛，那杯水對不對？所以出來老世界一定有個量度，有個氣量。100元六隻錶，搞得到我要800元買一隻錶，要去深圳體廠，你開會怎麼批呢？基金，那我唯有自己付錢咯，我這個不用開了，我自己付。咁銀行佬就問我：喂，屌你冇理由喎，阿 Sir， 屌你咁樣咁撚樣都要做，我唔撚做啊，冇人做嘢噶，第日你唔可以叫人哋過啊，做義工啊，大佬，係嘛？屌你喺度，我同我做訪問拍個上鏡頭嗰時，影少兩秒都唔撚，影緊少半分鐘都唔撚照120元啦，係嘛？出鏡，啱唔啱啊？你看我在電視台那些長鏡短鏡對著住的領導都沒有我曝光那麼久，就有120元一隻錶嘛，屌你，120元一隻錶，車沒不入油怎麼行先，你告訴我聽，沒力的怎麼行啊，入水啊，難道你多撚魚，老世界一定要有量度的，你這些讀書沒得讀的，你讀書都計了死數，計死數，你不懂想數，啱啱先？嗱，大家睇我哋最近就算送書去朝關又勝，今日啱啱嗰行馬加上登出嚟，大家要睇行馬加上咧，好多嗰啲時事評論大家要睇嘅喺 YouTube 就登到電視台同我阿梁律師訪問啦，啱啱先？邊度咁撚多人同你做訪問啊？翻大陸工作電視台同你播啲多撚魚嘅，好撚難。但點解我哋咁啊？識做人嘛？是不是懂得醒的嘛，特別是司機在國內千萬不要得罪，有醒你真的好醒，不是半路壞你老母車，等你的活動都去不能到，壞車放蛇咬啊，好難搞的做工作，第二個問題，那我問開了，那點解要捐108元俾東華三院喎？問病，你嚟問證咧，一定有卡埋喺度，即係話你有阻隔嚟揾我。我唔想同你擋咁多，同埋你中咗個陰咧，一你有病，你捐咗錢係俾醫院去醫人，就希望感應到有人嚟醫到你個作用。點解我唔叫你捐去保良局呢？保良局唔係醫人嘛，即係個因果問題，即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話你捐錢去俾醫院醫人，個因果可以射翻嚟咧，感應有人嚟醫翻你。我借你嗰度力去用噶嘛。如果你有乜好事唔肯做，乜撚都唔肯做，係嘛？成日係殺身。我都唔肯幫你啦，即係我要借你嗰個一點善意嘅力啊！你要捐錢俾醫院，我嚟出手幫你。第一，我減輕咗我同你接，我冇撚嚟同你接棍噶嘛，接唔得曬咁撚多，大佬。多你自己冇個心啊！我擋唔到你個心，跟住你攞一張收條翻屋企燒俾祖先，話幫啲祖先做咗善事。咁咪減輕咗你嗰個 channel 嗰種負面嘅力咯，好深奧嘅呢啲學問嚟。喂，如果你撈唔掂咧，我就會叫你拎錢俾佢阿明記嗰度咧送飯俾人食喎，私食。喂，明記，你派飯嗱，我而家走嚟誒俾幾百蚊你，
同我送飯俾我食啦咁。咁個因果你就會令到你咧揾到食啦，因為你施食啊嘛，佢個反射啊。你就不可以走去施食咧，就去醫病嘅，兩個力不同，要對症下藥。對症對症，利用我因果的反射力。好，你譬如話你望啲有知識好，捐書就送書啦。梗係啦，你俾知識人啊嘛，個月就咪俾人知識你咯。我成好多啟示噶。啲知啲學問啟示就係個宇宙俾我睇，好冷門嘅嘢我都感應到俾我知道。就因為我不嬲都係做好多文化教育噶嘛，就用我因果嘅力。第二個問題。嗱，跟住有位網友就問啦：面對啲子女不孝，好難過，有咩方法咧？呢啲佢用嚟消業障喎，有盤債喺度。有盤債，我唔知啊，成日話俾人話兒女債啊。兒女債冇債不來啊嘛，有怨緣有惡緣，怨緣相報。所以有錢佬咧，有錢人家好少仔女。唔係喎，可以好多仔女喎，爭身家。正式有啲人冇債嘅。他們想拿債都不讓他們拿啦，他們享福了，變了但如果你說想幫他們手，那就叫他們看我們的印度電影，叫小朋友一定會醒。那如果仔女不算小呢？都靚的，我的印度電影是有加持力在那裡，因為嗰啲寫劇本嘅人係有修行噶嘛，佢有個印度教文化信仰喺度，佢冇呢個心咧寫唔到劇本。大家好簡單啊，寫個劇本寫大姨媽布嘅，仲要喺印度呢啲地帶喎、啊，寫廁所嘅，寫飯盒嘅，呢啲劇本你點樣去寫啊？寫咁唔撚冇人睇啊嘛，係嘛？你話嗰大姨媽布寫好唔好嘅劇本？嚇、啊？寫個廁所咁，廁所啲故事。廁所未睇。你有你唔睇嘅走步啦。嗰啲劇本我哋社會寫唔到，因為冇呢個心。即係特別阿米康做拍嘅劇本，佢真係有個社會嘅良心。佢一年係拍一兩套電影嘅阿米康，佢社會嘅良心。我哋一半一半，因為我要嚟過日神咁啊！以前我佛學都係研究啦，後屘應承自己個老師，唔係自己發心啫。喂，你俾啲中國人將你啲經驗學問咧交翻俾你自己中國啦，應承咗咪做下咯，關我差事咩？社會真係唔關我事喎，唔係大口氣喎，我真係四個大字關人隱事喎。揸架跑車，屌你可以車條靚女係嘛？遊山玩水啊，坐你廣州啊，係咩？先係諗諗咩係啊？關我差事啊，係嘛？咁啊，每年啊捐啲錢去東華三院保良局出下風頭係咪先？茶山督撐又得係嘛？逢係咩慈善機構又要出下風頭係嘛？本來好玩喎，其實香港有兩個詞好玩，大把嘢玩，係咪啊？大把嘢玩真係，你養十個八個嗰啲孤兒仔啊，保良局啊，都係幾皮啫，一年啫嘛。單一探下佢，哥曬啲買糖果啲僆仔嚟揾住你，咁你鋪翻上 Face 煲咯，幾撚百餅，成套戲咁樣係咪啊？好少錢啊！嚇？用好少錢啫，用好少錢啫喎，係咪啊？屌你啊！殺你！我哋唔係嘛？睇住一個國家咧，一個政黨咁有能力咁嘅組織，
打開天下回來是不容易的，中國這麼多人是很難搞的，啲人嗰啲質素又咁撚低，係嘛？好撚低噶！佢唔係個心地唔好啊，中國人好善良，但個社會背景知識唔好嘛，仲有好多文盲噶嘛。嗰日我先同佢哋喺黎柏宇咪有傾呢啲問題咯，傾啲扶貧問題咧，佢哋個個鑊咗熱，個農村。個女嗰、那個年輕人嘅女人，女士三零歲病，咁啊隨身有一盒嗰啲以前啲細細樽嘅感冒藥噶嘛，一樽有幾粒，有十粒八粒噶嘛，好細樽噶嘛，唔係咁大樽噶嘛。嗱呢只咧誒食咗就得噶啦，會好啦。佢連個樽佢當個樽食得吞撚咗兩，屌你搞撚到入醫院急救，大佬幾撚麻撚痛啊！真事嚟噶，你食咗會好啊！你哋可以上網睇嗰套叫《鳳凰琴》嘅電影，就有拍呢段真事啦。你俾樽感冒丸佢食，佢當成樽食啊！佢唔識字啊嘛，你諗住佢卅零歲應該識字啦啩？喺北京打場大交，叫做斬撚死人。原來佢喺唔係話喺農村出嚟，喺北京市郊外邊嗰啲農村。北京市的農村地方，等於而家元朗嗰啲踎咗山入邊冇出嚟個墟噶嘛，佢出撚咗嚟北京同朋友探親，探嗰啲佢跟朋友出嚟探親戚，唔係佢自己親戚，佢又唔撚問人喎，睇到嗰啲街邊有條水喉咧插咗幅牆度咧，啲人排隊攞水啊！他們那時候他們在市郊要山坑北水啊，有個井要打水要擔的嘛，他山坑拿水，他看到一扭開那個東西就拿水，他聰明喎，拿埋份問朋友借支筆咩白紙畫撚咗個水龍頭的樣子，自己走去那些五金鋪問邊度有一樣嘢賣，啲人哦，我呢個咪水龍頭咯，乜點個走五金鋪買咗個翻去。他沒回去插撚了你怎樣扭出來沒水那樣打膠，屌你說你怎樣騙他，被人家那些東西扭出來有水，你的插就沒水了，這樣也有的嘛，很大鑊的。我們見過那些人沒路行啊，貴州開條路給他行，不用出入那麼不方便啦，走撚咗兩個山頭啊！退後驚人啊！我屌你媽，開唔撚到啦！仲撚撲街，佢兩個驚人噶嘛？成族人撤退兩個山頭，佢以為你哋殺撚到嚟。佢哋嘅基因以前中國咧好多歷史留低噶嘛，咁多個朝代嘅戰亂，走爛走撚曬啦，執執人喺度噶嘛。好遠啊！走到個避禍啊嘛，你係慘唔撚慘啊？呢啲痕跡，我話呢個國家共產黨係有能力嘅喎，你俾第二個國家管唔撚掂喎，五十幾個民族雞同鴨講係嘛？有文盲搞唔撚掂，你就係香港新界都咁都唔撚容易掂啦，係嘛？嚇、啊！成日爭嘢打交噶嘛，海南島仲撚犀利，家家有槍噶，佢嗰啲械鬥就屌掹槍噶，係啊，好巴閉噶，最撚夜晚海南島。第一個問題。咁啊，阿Doctor，俄羅斯咧好明顯而家嘢喺亞洲好多動作會進入亞洲啦，咁個後果會點喎？係好係。俄佬，佢好多根基喺亞洲嘅，以前搞嗰個共產國際輸出，不嬲到多啦。屌乜連南美洲都搞得埋噶嘛，當年古巴咪咯，係咪啊？輸出共產主義。係啊，但係而家佢就好似發財立品啦，但為咗佢自己嗰個國力同埋佢自己嗰個經濟效益。我相信而家佢求財多啲嘅，
佢已經唔係話輸出一個共產主義啦嘛。係咯。佢而家攞翻佢個國際上嘅影響力。會唔會想做新一代嘅霸權？普京講緊過話歐亞一體，如果由俄羅斯發動歐亞一體咧，咁梗係佢做民主啦。咁梗係佢做大佬啦。咁但係你唔侵略人，你做你而家唔撚使講都係歐洲亞洲都係佢做大佬啦。爭在話你有係咪公開承認佢係一個大佬？大佬咧，佢歐亞一體化啊嘛，歐亞共同體啊。如果佢帶頭搞咗銀紙出嚟，歐洲亞洲通銀嘅，咁佢真係做民主噶嘛？有呢個野心啊，唔出奇。因為成全咗蒙古人嗰種野心，大家睇歷史睇到擴張。但如果佢美國佬同佢妥協咗俾佢做，咁對歐亞亦都係和平喎。佢一陣撚到牆喎，屌你伊斯蘭教行埋冇撚喐，係嘛？佢唔同你講笑喎，好撚簡單喎。而家世界係要有一個強者嘅領導喎，因為而家你美國、英國啲屌你咁樣整啲左膠大愛出嚟包容，用條撚咧都唔撚係嗰個世界嚟噶嘛？你整百幾萬人嚟，你喺香港都死啦，整就南亞難民都死啦，一年唔見五十億，你承受得到咩？同埋佢係唔開心噶嘛啲人，你而家你嗰啲伊斯蘭教啲人走咗，你去歐洲佢係唔開心噶，你冇搞錯啊！佢融入唔到社會噶，即係等於而家你香港話你叫嗰啲人嚟香港定居嗰啲單程證。又咩家庭團聚，佢唔開心噶。嚟緊到屌你冇老公咧，唔間住劏房嘅。佢喺翻鄉下個廚房大撚過你啊嘛，大佬。廚房有灶頭有剩，幾撚大啊？唔開心噶，我哋見好多新移民嘅人，佢係唔開心嘅。早期嗰啲仲撚慘，嚟撚咗咧，特別中山啊，我哋南方啲咧慘啦。一個人咧一個月分成皮嘢啊！嗰啲村民啊、收益啊、嗰啲工業區啊、分紅啊，屌你啊！乜鬼大禮物？你冇户口嘛？嗯，係啊。你走唔開心㗎，其實佢哋嚟香港係笨柒㗎。好啦，你香港政府、中國政府叫人北上去發展，咁你仲叫人嚟香港團聚替撚死咩？你咪同佢斷咗財路，冇得發展。你中國向上行啊嘛，香港向下跌噶嘛，而家睇唔知撐到幾耐啫嘛，香港點樣撐啫？咁你仲要搞啲咁嘅人嚟香港，你咪即係好撚矛盾咩？係咪好撚矛盾啊？佢就想拉得你呢度叫你啲人上去，嗰頭佢咪叫啲人落嚟。屌你乜咁樣好，你咪叫佢落嚟巴撚咩？係咪啊？四成一個亂撚咗，即係亂咗套啦！已經香港，即係嗰個管治，中港嘅官員都亂撚咗套。佢就成日想希望你換咗馬，你啲人咧嘈亂巴閉喺上邊咧，就習慣咗大陸咧，就我派啲人落嚟咧，仲要控制社會呢個全觀念錯嘅。佢更加比香港更加自由，更加開放，更加嗰個民主嘅意識啊，自由度更加高。咁慢慢咧，影響咗你個中央政府咧，更加有信心，更加擴大。只要你共產黨，你做好你嘅公正就得噶啦，你做一個好嘅球證。咁啊，啲黨員咧全部加幾倍人工，唔撚使貪污啊嘛。好啦，貪污啊！屌你咪！咁我哋而家貪好多人唔貪噶，咪有人唔貪啊？你夠皮咪唔貪咯？你又唔撚夠皮？習近平都得皮幾嘢一個月，點樣夠皮啊？食餐飯都唔得啦，咪行出嚟。你就算幾十萬都係唔夠嘅。冇嘅，屌你搞錯啊！有啲人唔係咁貪婪嘅，仲有好多有理想噶嘛啲黨員。咁你嗰啲咪應該要厚待佢先。如果成個制度都自己呃自己，係嘛？
計過問題。問題就問曬啦，咁就到花絮。係有啲講花絮。誒，節目後啦，節目時講過啦，有啊，醫師喺北京大學講話啦，朱學明，咁又有博士喺。記得要聽啊！呢個朱學明個先生。那個講話咧嘅演講啊，節錄出嚟，大家當一個通識啊。咁都有博士一嚟拍語嘅花絮啦。有啲我哋一嚟拍語嘅啲花絮，大家睇下。又有同學啦，醫師嘅感想啦。跟住咧，其他花絮有小妹妹歌唱祖國啦，千禧祝福文。跟住咧有一個勵志嘅短片咧，講如果你失意啊，或者點樣面對嘅。嗰個值得睇嘅。即係你一遇到挫折咧，你點面對嗰啲挫折啊？嗰啲係鼓勵你嘅。跟住咧有博士揀選嘅歌舞啦，三輯有三盤棋，最後有個魔術。咁啊，兩個禮拜後繼續啊！兩個禮拜後再見啦！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Everything. My Guatemala. Hey, you put me back. Thank you. Thank you. Have a good day. Have a good day. Be happy. Be happy. And how about that? Yeah. How about that?Yeah.